报联席会出席委员16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哦，请宣读会议议程。那么等在场人数到了3位，我们再确定哈。好，今天没有确认一下。好了，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4月7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时，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介绍行政院农委会陈志清主委，农委会农田水利处张敬昌处长，内政部地政司陈杰忠专门委员，法务部李金定参事，经济部水利署水源经营组曹国柱副组长。哦，对不起，曾国柱副组长。好。今天上午是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么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希望在早上啊，能够把这个，因为这个条文啊，这个很单纯哦，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早上啊，把这个条文都处理完了。我们今天原则上处理完才早上的会议才结束哦。好，现在进行报告，请行政院农委会陈主委来进行报告。简短就好，好不好？谢谢。主席、段委员、各位委员，很高兴今天贵两委员会联席来审议院里提出来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农田水利会自会长一人，会务委员15到33人，会长及会务委员都是由会员直接选举来产生。现行的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没有规定会员行使选举权的门槛，所以像台北市七星柳工农田水利会发生一笔土地共有的方式或分割的方式，大量增加小土地面积的会员，有影响选举结果之疑。据统计，台北市七星跟柳工农田水利会的会员总数为16683人，其中土地的面积没有达到0.01公顷的会员，就是没有达到大概30坪左右的会员，有8506人，占会员总数的51%。那这些会员的土地面积，仅占两个水利会全部灌溉面积的1.11%，甚至有部分会员持有0.0021平方公尺，所以会影响到选举。那105年8月下旬要举办第四届的会长跟会委员的选举，那据报载。近期又有人应用共有后分割的方式，大量增加小土地面积的会员数，意图影响选举结果，急需修法来维持选举公平性。所以对投票年龄也没有限制，未成年会员也有投票权。那本次修正增列了新增一条，修正4条，增订的为农田水利会员必须同时具备3项条件时有投票权：第一是要满20岁，第二要具会员资格持续6个月以上。第三，享有灌溉或农田排水利益的土地面积达0.01公顷以上，约30坪。那另外，为了符合个人资料的保护法规定，一并增订主管机关得请内政部提供地籍及户籍资料，并限制用在造列或更正会员名册使用。全国17个农田水利会会员总数为156万余人，本次修法后大概有15.6万余人，大概影响约占会员总数的10%。那现行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有上述所示，确有修正的必要。感谢各位委员对本修正案的重视，也感谢召集委员排定来审查。那恳请主席跟各位委员大力支持。以上，谢谢。好，谢谢主委。
那么现在这个已经报告完毕啊，进行询答啊。那本会的委员包括本会包括联席会了哈，包括经济委员会委员发言时间，今天登记的多不多？三十。我们八分钟好不好？好，发言本会委员本联席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非联席会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啊，就不再延长。上午十点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柯建铭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们请陈主委。请陈主委，第二次上台就不用再行礼哈，谢谢。各位好，我想今天修法算是比较单纯呐、啊。今天早今天也修哈，肯德基选举的时候用得上吗？肯德基今年八月二十七号台北要选。好，那事实上，本来这里谈的到处是这次修法。农田水利化水利会组织通则哈，整个农田水利会的历史缘由大家都很清楚哈。那大耳关五一八六二八四线属于公法人，这确定的嘛？公法人。对。然后民国八十二年开始修的时候，民国八十二年开始，一九九三年的国会全面改选的时候，那时候是零选，那民国。九十年改为直选，九十一年，就是九十年改为直选，为落实自治的精神，这个一改，这一路哈、哦，改来改去的，啊、哦，那直选以后就开始九十一年开始选，九十五年选，这两次发生贿选之严重啊，大家都很清楚，对吧？然后回算嘛，对，那、啊、高了高你再修法，对，比照这个要在刑法第十条第二项。公务人员有贿选要抓起来啊，不予刑责。民国九十九年，这一路修法，包括在上一届、上上届，有两个一直没有解决啊。我想在这里要请教主委哈、啊，第十九条之一有关会长的问题，回定了，回定了资格，好、啊。第二项的是转投资的问题。他用庞大财产嘛，所有这些会长、会务委员、包括总干事，大家每天在觊觎这些钱，土地要怎么去转投资啊？所以一路修法就是这两个问题最严重。那今天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当然另外有关于他是不是要改制公共机关，那个另外层次的问题，那个比较复杂，还有财产处理的问题、公务员转系的问题等等哈，还有占用名地的问题。今天到因为今天的修法上面哈，我去屌了。十九条之一啦，虽然只是文字调整了，但是不在这次修法范围内啊。这个我记得在上一届啊，为了会长资格的问题啊，立法院曾经修过，后来因为整个法子绑在一起修哈、啊，根本没有通过。我想请教一下陈主委，你认为现在十九条之一对于会长这样的积极资格的限制，跟我们合理。跟各位报告哦，我们上个会期本来修正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有五个重点嘛，那五个重点里面，其实在党政协商的时候也都谈的剩一个没有达到共识。转投资啊？那最后就上个会期没有过哈。对。那这次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台北柳公公七星八月马上要修。要不我们直接不要紧，还党员哇，还一定要修的哈。其他的部分。因为都是十九条之一啦，哦，更你讲啊，买在先算收的啊，啊，我想问你啊，十九条之一对于会长积极资格限制，这两个要点，这两个你认为合理吗？这两个，合理不？就是我觉得都有讨论的空间啦，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普遍达到共识的话，在修正的。阶段比较不会有那一些。那没卡掉，那今晚要修会对啦，啊，他们不会考到我们现在今天要修的十五条之一是吧？就担心说如果、啊，假如有共识的话，其实事实上处理也很快哦。还没讲，那一期哈，我们今天也稍微要讨论一下，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吧？因为农业水利会长期以来变成黑金的温床啊，地方派系啊等等哈、
真的，你这个会长的资格啊，你先告诉我，这按展明的行政经验哈，而且啊，十年以上的行政水利经验，还有水利土木，还有农业相关经验，及成绩优良者，什么叫成绩优良者啊？一般我们大概如果公务机关考级乙等以上都叫成绩优良。那这个十年以上，总统，我讲，他是哪总统最悉尼？伊要选主席会会长，无资格。管行政楼里面要去悉尼，要不然无资格再主席会长嘞。啊，因为他行政经验不足十年啊，你这个彻底在绑嘛。而且第二款啊，承认会长、总干事。4年以上或一级主管6年以上，就近亲繁殖嘛，绑住一回再恢复人员啊，再恢复人员才有资格当会长。全世界有这种已经什么时代还在搞这个？这应该我们来谈的是主席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啊。水议会尤其也水议会是坦白讲是一个地方派系纠葛很重，今天台湾整个民主制度的发展，应该重新来看待一些事情了。像这个是地方派系这样纠葛哈，有些让渐渐会被打破了。只要修法上一处理的话，市场很多环境面会改变的。我现在请教你，要当水利会长啊，展明的行政经验，这是要做小什么人？你看，立法嘛无行政经验啊，中国总统也不可能啊，中国先是首长都不可能，要当个公务员。而且一直在水利会里面工作，要有水利土木农业工作经验，这个是完全在绑嘛。第二款绑得更严重，就这些人开始当最有定嘛。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委员会应该来思考这个问题。农业水利会只是通则，当然要修今天修的15条之一，我相信这个冠廷诺党大家没有意见。但同样在这个修正案里面19条之一里面有这个会长晋级资格问题啊。这个迟早要打破了，你嘛你是讲惊讲个修这都大家甜了，但是那条15条自己修会过啊，是不是？我们是想说上个会期提的，你们从来没有要想把这个资格，而且进入了执行以后，普遍民主原则是积极资格是越来越放松，这是民主原则是这样啊。这个农业水利会期，好、哦，开放执行以后，积极资格越绑越高。这个是长期的国民党就搞这一套嘛，啊，就唔当笑啦，啊，现在讲有包掉吧，哈，啊，这个一定要修了。我想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来检讨。当然，未来你如果也不做不了多久。是。另外，当然，另外就是讲是不是啊要转至给公务机关？那个大问题啊，我知道，因为土地问题、财产问题，还有转至给公务员程序的问题，这是要大破例哈，但是。水利会长期掌握国家水权，这是国家的命脉，啊、哦，也不应该是这样处理的，好、哦，水权的问题也要好好检讨。所以，诸位啊，是，你看，这19条积极行动、积极资格行动修修以后吧。我看转投资跟这个资格，转投资不要谈，另外洗钱了啊，我们另外再来请转投资秘书再检讨了。哎，可以再公务员可以去从事投资啊，可以再开说明会，大家一起来检讨。广义公务人员，哎，基于这个是大问题，这绑得太难看了，绑得太严重了，所以造成地方派系永远在纠葛，好不好？我希望这次大家各位能够来思考这个问题。好，谢谢柯建铭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是不是请农委会的陈主委？请陈主委。主委好，主委你好，主委我请教你哈，因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到3月底哈，可以说我们这个菜价是飙到历史上的新高天价哦，但是大台北平均批发菜价，可以说现在是还在高档那。这个超贵的这些菜价，那
我想我们很多委员同仁也非常的关注，但是农委会也只能不断地将涨价的原因啊归责于说是气候变迁的关系哦。那我想我们很多委员啊是不能接受哦，因为几乎都是再怎么讲都是天气的关系哦。那请问天气是造成这个菜价高涨唯一的因素吗？那个主委，跟你们报告，天气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啦。这一次台北的前果的菜价在329那天最贵嘛，台北农产那一天是56.1，56.1平均的蔬菜价格。那到昨天，那清明节前，节前我们释出了200-300吨嘛，吼，那节前都量都冲到1700多，1795，那所以昨天的是34.1块，今天是32.2。那比节前的56.1是降了蛮多了，降20几块。对，那个主委啊，因为哈，这个很多委员在质疑菜价已涨了那么多天，但是农委会到底有没有积极作为啊？哦，一直到这个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主持物价稳定小组以后，才开始要求农民团体这个要释出这些冷藏的蔬菜哦。那这个请问？解决菜价过高是不是只有释放这些冷藏蔬菜唯一的一种方法？跟你们报告，把库存的释出是方法之一，当然进口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过去比较多是从大陆进口，那今年因为大陆也是寒害，那大陆就没有蔬菜了，所以我们是朝日本、韩国跟泰国，那所以外面的价格也知道台湾要。所以也涨到20%到60%，最高涨到60%，所以进来的数量也不足。那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所以我们释出的部分，那长久可能还是要鼓励农民用温室网饲。我们去年温网饲的成绩不太好，那今年寒害以后，农民就有这种共识。今年的温网饲已经预算内已经额满了，那现在我们以缓积极又可能增加。我是认为哈，这个农作物种植的面积大小，当然也是影响菜价主要因素之一啊。对，哦，像你说这个温室，它就不会受到这些这个气候变迁哦，这个寒害的这些影响。哦，那这个主委，你认为我们一年哦，对这个温室的部分是这个面积大概能够协助他们这个有多少的面积可以做这些温室？我们跟委员报，我们温室网是主要不是面积的问题，是农民认为说政府补助1/3不够，不够是。所以我们现在对蔬菜生产专业区要想办法把它提到1/2。那委员刚讲的很对，面积，因为去年12月的时候高丽菜跌价，所以1月份的高丽菜种植面积不到100公顷，但3月份已经到300多公顷，4月份已经到400多公顷，所以我们一看400多公顷如果全部涨出来，可能高丽菜价格又会跌了。所以说它是供需的问题嘛。所以这就是农民看到价格差，他就不种；价格好，他就种。这个影响一窝蜂，大家种，问题就来了啊。对，对不对，主委？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农委会包括各地区的农会，你们要做一个总量的一个控管哦，要差不多种植在多少的面积以内，它才有这个价格平稳，不会说大家一窝蜂，你供超过需，当然它就价格就跌嘛。那有时候农民就哭泣说，他根本连成本都不够哦。那我认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农委会有责任需要去探讨，去要求。对，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如果量太多的话，能够冷藏是一种；另外就是个疫苗的部分，从疫苗来控制，因为农民要种什么，我没办法强制他，但是疫苗能够提供的苗，如果比较可以比较，你就是苗有多少，这些释放完就没有了。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控制的方式啊。哦，你不要让他说啊，大家一窝蜂，好像价钱好，一窝蜂大家都种植啊。现在不是只有光这个蔬菜而已哦，包括这个所有的水果类也都一样啊，都是天价呢。哎，现在那个香蕉一斤，我看外面抽50-60块以上，哦。很多人认为说奇怪，这个没有办法从其他东南亚地区进口吗？
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些因素存在啊？对，香蕉现在两个主要产地，尤其菲律宾距我们最近，但是它有检疫的问题，它有果实瘾的问题，它有地中海型的那个疫病的问题哈，所以当然黄叶病跟我们一样也有，但是我们这边的香蕉研究所跟菲律宾的香蕉研究所在做联谊哈，有在沟通，希望能够溢出比较能够抗黄叶病的那个苗枝哈，所以现在香蕉是很贵了，因为疫病关系没有进口，我们有香蕉是没有有配额，但是都没有人进口过，没有人进口过是吧？那你其他部分其实还有很多水果也都是很贵，不是只有香蕉而已，哦，你包括什么那个番石榴啦、芭乐啦，什么等等哈，很多啦。我认为那个价格讲实在话，那个哈，一般家庭主妇啊都叫苦连天啦。哦，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农委会哈，应该要有责任哦，怎么样取得一个供需的一个平衡？哦，要不够的话，不足的话，从邻近的国家可以进口的哦，这个应该哦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个主委是，那个你认为呢？我觉得水果因为比较耐硬嘛，所以进口也是可以考量。目前是像今天台北农产凤梨最便宜了，19.3，那番石榴是23.3了哈，那还有桶柑19.7，这个是比较平价的。那香蕉今天在台北农产也68了，对呀、啊，那个实在是贵的，实在70-80以上，对呀、啊，贵的离谱啊。对哦，那个主委啊，是因为因应市场需求，农委会预计把夏季台风释出的这些这个储备的这些蔬菜4000多公吨提前释出。那未来将全年用滚动式储存蔬菜，那因应极端的气候，那这个农业灾损及市场的需求，那请问提前释出夏季的蔬菜，会不会影响到夏季蔬菜价格的整个作业？会不会？根本不会了。我们现在因为3月底释出的话，我们在4月中下旬、5月会把它补足嘛，因为过去是冬季蔬菜，因为是理寿的关系盛产哈。那今年因为寒害的关系，所以蔬菜就缺。那我们在4、5月会给它补起来，库存应该会达到我们预计的量，所以不会影响到夏季。那像这个滚动式这个储存蔬菜要怎么去运作、啊？对，机器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个月都要检讨我们库存，还有检讨预估下个月的种植面积跟产量。那这样就一直滚动的检讨，这样过去是夏季才检讨，现在是前年要检讨。我是希望说把这些哈蔬菜水果的那个价格一定要控制在一个范围以内，让这些家庭主妇啊能够买得起，不然的话，这个薪水也没有增加，然后这个蔬果类哦这个增加，大家这个家庭主妇一般都叫苦连天啦，哦这个部分我认为农委会还是有责任。哦，怎么取得一个供需的一个平衡？哦，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好，谢谢。来，请回。我们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来替我主持，好吗？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农委会陈主委。段委员好，主委，我跟你请教啊，是这个我们全国的这个农田水利会啊，那么最有钱的就是你们的资料，给我跟你们要的资料，这个净值啊，最就是资产扣掉负债这个净值最多的是哪一个水利会？是柳工农田水利会？不是。你们给我这103年，我不晓得最新的是多少了哈。你们给我的是103年的，现在是柳工吗？还是石门？是柳工是吧？柳工现在的净值是多少？220亿。200多亿。大概根据这个统计啊，大概前十名啊都是在。差不多在100亿以上了，对不对？对。哦，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啊。那么农田水利会是公法人，可是呢，大部分的这个会务啊，其实
都掌握在透过选举产生的派系手里面。那为什么会掌握在派系手里面呢？除了刚才这个柯建铭委员质询的，就关于会长的资格非常严苛跟奇怪之外，另外有一个关键呢，我不晓得主委或者是我们这个农委会的官员呢、啊，知不知道农田水利会的选举啊，选举人的名册到底谁会知道？好比说，我今天如果够资格，我要来选这个农田水利会的会务委员呐、啊。那我们看农田水利会的，根据你们的报告的资料啊，会员的总数啊，现在的会员总数最高的、最多的是嘉南，288,000人，好、哦，最少的是柳工8,187人。那这样的一个这个会员，因为他会员啊，并不是每一个在这个行政区域里面的人都是会员，对不对？对，他的会员是受益的才是会员。对，当然，所以我假设了哈，我段宜康要去选柳工农田水利会那的会务委员，那这8,000多人的名单，我从哪边看得到？到照规定的话，是可以到水利会去阅览，但是是他有选举前有阅览的规定，阅览的期间呐、啊，阅览的期间就是，但是我不可以抄，对不对？我只能看。所以呢，我今天如果要选会务顾问，我是只能去背这个8,000多人的名单了，不然我不晓得我的选民在哪里啊。我可以去看到我个人的资料。我可以看到我个人的资料，他的公所谓公告，我知道了，不能抄了。报告就投票是30天以前要在水利会公告。公告嘛，对，公告。这个公告是公告在哪里？你知道吗？各工作站、工作站适当地点。对啊，还有什么叫适当地点？工作站是电脑还是纸本的公布栏？是哪里？纸本的啦，工作站有纸本的公告。那我问你们农委会有什么告诉我说，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电脑上面了？也就是说，会员可以，因为你他所谓的公告是要让你去更正资料，对不对？对，你个人的资料嘛。譬如说，段宜康是会员，我就登入，然后去看说啊，我这个会员资料有没有不对？如果有不对，我就反映说这个要更正，我的会员资料我地址改变了，好、哦。这个叫会员资料嘛，这是选举人名册嘛。对。但是你一般的候选人，你看得到吗？或者是说我要去，好，假设过去是纸本，他公告阅览多久的时间？三，大概60天。三啊？5天了。5天。你这个嘉南农田水利会288,000个会员呐、啊，你公告5天，我就算你。公告在各个工作上，我要去抄，我有本事抄吗？我要怎么抄这个会员的名册？我今天要选举，我怎么去拿到我的选民名册在哪里？最后是谁手上有资料？就是长期在农田水利会里面把持的派系嘛，不然就是现任的会长跟会务委员嘛，对不对？因为你会务主管是他派的嘛，资料在他手上嘛，不然就是长期在这里面。这个组织架构里面，在里面运作的派系嘛，他手上有名册嘛？为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容许这样一个制度，去有利于现有派系长期把持、长期盘踞，资产动辄净值上百亿的公法人？你农委会有没有想过？要去改革农田水利会，让它真正有利于农民。你农田水利会占用的民地，到现在有办法解决吗？根据你们的资料，现在的民地啊，用的民地2000公顷，对不对？2000公顷啊！啊，这里面。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吗？有可能他的祖先说让你用，因为我要灌溉。那现在到了后代了，可能他用不到灌溉了。可是你们继续用啊，包括地方政府也用啊，农田水利会也用啊。
啊，也不用征收，也不用赔偿啊。不是，主委，我这样子问了问题，你要跟我回答吧？是，现在使用的民地有2000公顷、啊。2000公顷，对。对，那照现在的农田水利署通则规定是第十一条规定是可以照旧使用，原提供为水利使用之土地应照旧使用，使用的，对不对？对，照旧使用，也就是说我这土地还是我的哦。你现在作为水利用使用，对不对？那你现在不做水利用的话，有没有？有没有本来做水利使用，现在不做水利使用的？也是有，我觉得有检讨的必要了。因为不是啊，那你现在柳公跟七星，他有没有用到原来的民地？如果本来做水利使用，现在做水利使用的有多少？现在如果没做水利使用，其实那个所有人也可以申请把那个用地做变更。嗯，这个每年都有这种案件的、啊，但是可能所有人他不知道他可以行使这种权利。我的重点是在于，农田水利会占了我们很多的便宜。他这么有钱，你每年你农委会还补助，对不对？还要补助会费，还要补助给他这个，虽然钱不多了，工程费了也有。对啊，工程费啊，每一个农田水利会可能都比你农委会钱还多了，但你还要补助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公法人，哦，因为他代办我们政府委托他办的业务。可是问题是这样啊，我们有没有竭尽全力去树立一个合理的制度，避免被派系把持，避免被变成地方派系的温床？我们有没有这样做？你现在说你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选举制度，那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跟大委报告，我觉得说，民地如果现在已经不做水利用地使用，这个农委会民地是一回事。我现在的重点是在于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我今天如果要看会员的名册，那个选举人的名册，60天公告，我为什么拿不到名册啊？现在内政部要准备修法，把所有的人民团体啊，在选举的时候那个名册都要公开。那你能不能承诺？如果要求农田水利会在选举的时候必须叫做公开阅览5天，然后叫在各公共站，然后现在在电脑里面谁也看不到，这个要想办法解决。农委会可不可以承诺？我想水利会跟农渔会一样，这个个资法假如来修正的话，我们可以建立法务部来建立它修正哦。个资法如果修正，没有这种疑虑的话，应该是要公开阅览的。我只有最后的再讲一句话，这都是推脱之词。你可以公告5天，你为什么不能公告3个月？公告时间延长是可以的。所以就是，其实你应该在所有的我说竭尽所能，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要求农田水利会必须要公开透明嘛。公告时间延长，我想所以农委会哦，在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做什么努力了。这个我们从这次我们从今天开始做好不好？好，我们这次就可以延长。谢谢段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时间8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农委会陈主委及各位长官，是请陈主委。主委，欢迎好。诸位是，简单几个问题请问哦。第一个，水利会的人事支出哦，占他的营运总支出，您觉得是大概多少？23%，29亿多，29.3亿。有嘞，有的水利会是40%以上的也有吧？我们平均是23%啊。当然是有钱的水利会，它的总资产比较多啊，它的整个的，或者说有一些水利会，它的工程营缮的这个项目比较多啊。可是，一般来讲，你刚刚讲23，可是对于如果是这样的话，平均23的话，有一些高达40、50以上的这样的水利会，你们有没有一个改善的计划，不要让人事费
占那么高，或是这个占比太高的这个水利会，它本身的体质要不要进行一些改善？有没有改善的计划？我们有控管这些财务比较不善的，有控管它的原额的禁用。那对于财务比较困难的部分，我们在预算里面今年也是有编五亿，要补助财务比较困难的农田水利会。有另外就加强营运的改善方面，也有针对十二个水利。对了，我知道了。我刚刚讲说特别人事会聚焦在人事费上面了，人事费的这个偏高的这个水利会，你们要怎么样改善这个现象？来说一下，人事会部分是没有补助，但是我们会控管它的原额，让它禁用的原额了。对对，不用太高这样。那、啊、可是他如果没有人退休，他继续用下去，他是居高不下，而且随着年资的增加哦，他的这个人事费会只会高不会少，除非有碰到一个退休潮，然后你有一些缺是预缺不补的，你才能够有效的慢慢的降低人事费，不然的话还是很高的哦。现在有些水利会财务比较困难，有预算有编制原额没有让他禁用，到现在没有禁用足额了。嗯，那另外一个问题啊，水利会的工作的同仁啊，他因为水利会是公法人，然后他的工作同仁的保障是比较劳保还是比较公保？应该是劳保吧，劳保是劳保哈。好，那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要修的这个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请问是几年前在上一届的立法院，本来已经出委员会了吧，对不对？对。行政院版也通过了，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没有？你们去沟通的结果是如何？就党政协商的时候没有完全签名呢、啊？谁呢？绿的、蓝的、国民党、民进党，还是哪些党都没有签，还是通通都没有签？有两个党没有签。啊？你说没关系啊，国民党有签的，其他都没签的，其他都没签。对，好，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没有签的政党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包括人头所谓小面积持有的，所谓你刚刚讲 A4 嘛，因为你们这次想要提出来的，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小面积的会员，哈、哦。另外一个婴儿会员处不处理这个问题？处不处理？这次有处理啊，有处理，改到20岁以上才可以。有投票权。那如果把这个年纪的这个部分加上去，哈、哦，20岁以上才有投票权的这个部分，大会员可以受限到多少？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年龄20岁，要会员资格6个月，加上面积30坪嘛，哈、哦，嗯，这样可以减10%，减10%，减10%。但是对柳工来讲，减61%，对七星来讲，减41.3%。所以台北市是全国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在这里啊，因为他们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纯粹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少啊。对，需要用到水利，因为七星水利会跟柳工水利会，它的体质上基本上本质上已经变成了资产公司了，算不算？没有了，所以我们希望说那个土地面积那么大，因为它的里面的整个水利会的资产，整个水利会的这个收益，哦，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财务状况非常好的、啊，所以说才会有人，哦，想要借着这个选举去掌握这个这么富有的，哈、哦，或者这么有钱的水利会吧。所以因为这样，所以现行的这个组织通则的规定有漏洞嘛，所以我才去钻这个漏洞嘛。所以说，所以 A4的会员也可以，婴儿的会员也可以，这些东西都不可能，这些会员都是不可能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嘛，也不可能是应该不是一个正常的水利会员嘛，他只是一个要来投票的，或是行使这个投票权，然后能够产生会员的会委员，然后产生这个会长，然后来掌控嘛，对不对？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嘛，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有效的从这边来做修改的话。是比较可以遏制这样的一个现象嘛，是不是？这样比较公平呐、啊。我知道这样比较公平，早就知道这样比较公平了。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这个为什么上一次这些党团没有签，还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在委员会争议是不大的啦。哈，另外一个，现在距离选举期程还占4个多月哦，是不是？柳工是8月27号
这四个多月嘛，好、啊，现在四月初嘛，对，好、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来得及吗？现在碰到的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选务案件有没有？目前没有了，目前没有，还没公告。好、哦，那如果赶快来，如果说以这个期限来讲，多久以前你就来得及了？要五月底以前。五月底以前，我们希望这次的这个修法，这个修法组织通则的修正哦，能够及早完成了。好、哦，有一些怪现象，或是其他一些让社会上诟病、没有办法接受的这种现象，能够减少。好，谢谢诸位，谢谢处长。谢谢黄委员。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时间八分钟。是不是请农委会主委跟经济部水利署，请陈主委，请水利署曾副组长。顾委员好，嘿，请要一下主委哈，还有这个副组长哈，这个公法人是什么意思啊？公法人这是农田水利会组通则一开始定的时候就这样定了哈。那他最主要当年可能因为是要他那个水禁啊，那过去要民、那個、那个主委，我只是问一下公法人的定义了，好，那我再请教您一下，您知不知道或者法务部知不知道，我们现行是公法人的单位啊，有哪些是公法人？大概国家剧院吧，吼，两厅院了、啊，两厅院，中正文化中心是行政法人，是，这是依照行政法人法通过的，对。那除了两厅院以外，还有哪些是公法人？大概政府机关。政府机关，政府机关，中华民国是公法人，哦，地方自治团体是公法人。县政府也是啦，哎，地方自治团体嘛。除了中华民国地方自治团体，还有两厅院依照行政法人法通过的这个行政法人之外，全台湾还有哪一个是公法人？啊、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公法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法务部、啊、公法人是有，他是我想顾委员很清楚啦，依法律授权创设，由特定人员组成，自治自足，具有公权力，那个特行履行特定任务且受国家监督的团体啦。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农田水利会有什么样的公权力？农田水利会过去有征收水利会的会费，嗯，现在呢也有，那现在暂停嘛？现在暂停了。对，那过去那所以农田水利会现在有什么样的公权力要行使？他过去也可以征收土地了。现在你不要一直讲过去嘛，现在农田水利会到底在做什么啦？现在水利会的那个大小灌排都有了，也没有新增农田嘛，所以这个权力没有在做，但是他并不是没有这个权力啊。农田水利会有征收土地的权力，这句话我倒是还蛮新鲜的啦哈。我不晓得在法务部的或者是内政部的这个眼光之下，农田水利会要进行所谓的征收土地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那这个部分我们暂且不表了哈。我只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农田水利会在主管机关的一个想法上，作为一个公法人，但却有所谓的会员，而根据这个会员去成立所谓的会务委员会，再由会员直选产生会长。我并不是农田水利会的专家，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相关的法令。对我来讲蛮骇异的是，这样子跟一般所谓的社团法人区别到底何在？哪一位能够帮我示意一下？我第一次看到说一个所谓的公法人是比照行政法人，也不是，因为他不是按照行政法人成立的；他比照自治团体，但也不是，因为他不是民选产生的具有我们宪法或法律上位阶的地方自治团体。当然，他更不可能是中华民国。这么一个特殊的单位，拥有这么庞大的资产，但却让所谓的会员来直选产生会长跟所谓的会务委员，
但却又弄不清楚他跟一般的社团法人的区别在哪里。至少我现在是弄不清楚了。那哪一位能不能够告诉我一下，他跟现在所谓的社团法人，包括农会组织等等的，到底区别在哪里？有没有一个告诉我一个最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农田水利会为什么要公法人？那农田水利会是公法人这个前提之下，农田水利会为什么要有会员？是，我想农田水利会，他是1991年开始执行嘛，吼，那我想九四年修法的时候，就是要让会员能够选举。那根据1996年大法官4/628解释，他农田水利是由法律设立的公法人，为地方水利自治团体啦，所以他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享有自治的权限，那就有一点地方自治的权限。这是在申请解释水利会可以向人民征收雨水使用费是不是违宪的时候做的解释哈，所以是法律一个法律创设的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法律创设的公法人，相关农田水利会相关的资产，你们认为在国家的角色扮演上面，对于这些资产的处置，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既然认定他是一个公法人，但是他又有会员，又享有一定的会员自治，那对这些庞大的资产，国家的角色要扮演到什么程度？我想跟顾委员报告哈，农田水利会在还没有停收会费以前，他会员也是要缴会嘛哈。那创设的时候，会员也有监督。那个诸位，我再问一下了哈，农田水利现在享有庞大的这些资产，如果是属于私有地的，我们不论；如果是属于公有地的部分，到底这些会员有没有曾经因为他缴纳什么样的钱而成为这一些资产来源的贡献者？还是这些相关的资产其实都是国家资产？当年设立的时候是有捐助啦，会员也有捐助，原来捐助款也有。因为我对驻荒那边的一个渊源历史我并不清楚，所以我刚刚直接问，现行除了农田水利会面需要作为一个灌溉面积之下的一些私有地以外的所谓的公有地，从你们不管是水利署的观点、农委会主管的观点，或者甚至法务部作为一个法律解释机关的一个观点，这些国家的资产到底是不是属于国家完全可以进行支配的啦？还是说这个要交他们自治来决定的啦？就这一点的方向要弄清楚嘛。我想跟顾委报告，这个可能都要做把那财产做盘点来做讨论啦。对你盘点，我不论嘛，你先不要跟我绕圈子，你盘点多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了，我也没有兴趣想要知道多少。我现在问的就是说是属于国。是属于农田水利会的资产这一个部分，国家，哦，是要把它当作视为是国家的资产，还是农田水利会可以自治来管理的资产，而一切要仰赖这一个地方自治团，你所谓的这个公法人他的内部自治来决定要怎么运用这些资产？我想以目前来讲，都是水利会自己在自治，那国政府尤其政府只是监督而已啦，所以建湖。政府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这个里面这个资产的运用上面，说，哎，这个部分我一旦我要想要把它收归来国有来运用，或者我要做整个水利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计划等等，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农田水利会内部自治的一个影响，而不能够完全的介入，不能够完全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来介入，这意见是这样吗？应该还是要，因为他有会员啦齁。那个法务部啊，法务部哪位？法务部能不能说明一下？法务部觉得呢？因为委员好，那个法务部的意见是，当然是要由那个水利会哦，他们自治，那个其他。机关没办法介入，其他机关没有办法介入。那如果今天水利法的第12条，我把公法人把它改掉，说我变成一个行政机关，可不可以？那要修法。我修法，那要修法。修农田水利法的12条啊，对，要修法，这样可不可以？修法通过当然可以啊。好，那如果修法通过是可以的前提之下，
我会认为在现行的农田水利会有庞大资产，既然所谓的公法人又成为一个这么特殊的，在中华民国的这一个所谓的法律里面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也又讲不出说这些的国家资产是如何的由这些农田水利会员完全贡献而取得的。我觉得国家在这一点上面当然就要有强力介入的可能性了，对不对？应该是要，所以我个人是相当的对于说所谓的会长要有会员的直接选举产生这件事情，我是感到，至少我现在了，我不敢说我有一个定论，但至少我现在感觉上我是不太能够苟同啊。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会长直选的模式，然后透过所谓的一个自治的权能，然后将国家的资产交给他们做一个我不敢说任意啦，至少是他们自行来决定怎么样子运用，这等同是将全民的一个资产交给了一个少数人来做这一个不知道如何能够来好好的从一个整个国土规划的立场来做一个好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现在看起来是不太能苟同了那在这一点上面，当然我不晓得这个，因为我看水利法的主管机关又是这一个经济部水利署，但今天看起来答询的全部都是农田农委会，所以我说真的，我这个是入门生啦，我到现在还没搞得清楚说这个农田水利会到底是，至少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想一想下一步应该往何处走啊，往何处走。好，谢谢。好，请回。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时间八分钟。有请主委哈，请陈主委。徐委你好。主委你好哈，主席哈，各位同仁，各位先进大家好哈。我只是想问一个最基础，就是这个修法的时机哈，请看那个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好，这个，因为我看到你们书面资料里面讲哈，因为八月要再改选嘛。在你们第二页这边哈，你们八月七星哈，105年八月下旬要第四届哈，然后又说又有人要用共有或分割土地的方式哈来增加这个小面积的土地，所以你们要修法。主委，就说我对这领域也不是很熟，可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要选以前来修改游戏规则，甚至来改变这个认定会员资格。这会不会影响选举的结果？跟徐委员报告，会员资格没有改变，是把它限制说具投票权的会员跟没有投票权的会员。对对，我的意思说有没有投票权的嘛？对。好，啊，你这边你如果把它认定未达0.01公顷的会员比例高达51%，好，在你关心这个台北市这个水利会，虽然全台湾的只占9.8%。主委，你如果剥夺这%，我没有立场了哈，因为我对这事情纯粹是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你在选前，然后把51%的会员的投票权取消掉，那这会不会影响选举的结果？这会不会对某一派，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派会影响选举的结果了、但是会更公平的、就是61%的人。他的土地只有1.7%，我了解，他就超过一半就可以控制选举啊。对，我了解，我了解，你希望更名副其实嘛？对，对不对？好，他是真的跟这个农田水利会有关系哈，让有农业经营的人来不？主委，我只是问说，那过去四年你有很多时间可以修啊，为什么在选前才要修？我们在102年十月第八届会期的时候就送进来了。我帮你整理了，你94、98、102都有提了。就6、7、8届三次都有修了，但是主委上一这好像都每次选前想修。我不是，没有没有。我们这一次是102年送，那时候已经选完了。OK。但是修五个重点嘛。啊哈。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提其中一个来修而已啊。OK。主委，我的意思是说哈。从程序的角度而言哦，选前在修游戏规则哈，是我当然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希望这个选举更名副其实、更公平，我完全可以了解。我看完你们，我也很难理解说，一个 A4 大小就可以变会员，而且有投票权。好，可是我意思是说，这个时机会影响选举的结果。从主管机关角度而言，程序正义你们还是要顾一下。好，我不是在替哪一派，因为我实在是完全不了解这里面的运作。好，可是我只是纯粹从修法的时机来讲。好，这个。可第二个，主委我想问的是说，如果上市都有出现 A4 纸，好，就可以，那为什么上市没有处理？第二个，那司法机关没办法介入吗？这个选举完全没有介入的空间吗？因为这里面已经有这个伪造文书之，如果你扩大解释一点，搞不好有这个司法机关完全没办法吗？我们看一下前页哈，农田水利会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好，这是我大概约略整理了一下，好，贿选啦，好，2015年2月12号，哈，2014年9月20号也是贿选，好，2014年8月13号，哈，也是贿选，每票300块，7月24号，2014年却也是贿选，好，主委是。啊，这么多，不只是会员资格、投票权的问题，贿选的形式也非常多。好，那检方还是有介入啊。贿选在1999年增订了38条之1之2，这两条以后就是那时候就是针对贿选，已经做跟公职人员一样，就是在38条增列的之1之2两项，这1999年修法就修了。所以那时候剪掉可以介入嘛？对，就那时候以后就可以介入。那 A4 纸这样的事情剪掉没办法介入。这个因为他用共有，我一块土地如果100个人共有，那在地政所也办了，我们在农业方面没办法说他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完全是无法去处理他。他地政已经登记了，所以他用共有的方式，那一笔土地用共有，然后共有人那么多，每个人都有投票权。这太不合理了。对了，我同意了。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拖这么久？事情发生这么多，而且水利会选举其实形象也不好。好，那检调其实有介入，可是检调却没办法处理这个所谓会员资格这一个哈。其实刚才顾委员有提到，就是到底水利会他的角色是什么？好，请回到第一页哈。我这边拿到资料哈，如果有一些出入哈，那烦请诸位更正哈。农田水利会的裁员哈，农委会补助哈，根据105年农委会的预算书是达42亿。好，自来水公司买水可以拿8亿，好，这从自来水公司的预算书拿哈。流域治理综合计划2.4亿哈，它还可以卖水给这个工业大户哈。主委，他如果他这么多收入是来自政府，而会长的资的权力又这么大。我们完全没有监督的机制吗？比如说，他每年的财报不需要报回农委会吗？要啊，监督是有啊，要监督有啊。啊，可是报回农委会，你们有什么处理过，去纠正他们或是介入的案例发生吗？应该有纠正的案例啦。啊，有吗？确定？能不能举个例子？我们。水利处处长，他们说明一下吧。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我们对于农田水利会的8大业务，事实上我们都有相关的完整的法规在监督。那另外，我们每年都有做这个所谓的业务检查。那对于他的易决算，他必须报农委会来核定。所以有关于他不让，所以报农委会需要送到立法院吗？不用送到立法院，送到农委会。所以不当的开支的话，我们都会纠正。组长，如果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的基金超过50%以上的财团法人政府资本超过50%以上的国营事业，都需要编列预算送立法院审议，并上网公开。好，啊，我们可以做这个要求吗？我想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农田水利会的形态，它是可以分成3大类，一个是都市型，一个乡村型，一个是都市乡村型。那他这个3大类，他的财务状况是分别不一样，穷的非常穷，富的非常富。那政府对于这个穷的部分才来补助，对富的政府根本就那个经费都没有到比如说那个委员所了解的七星柳工，他根本没有跟政府拿到半毛钱哈。
那所以像类似这一种的部分，对，我们也是在监督啦。现在情况就变成说，只要有钱的就可以不要理政府了。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刚刚讲过，就是我们还是在监督、啊。就形象是这样嘛，因为他不需要给你拿钱，他本身的资产很多。啊、哦，对了，我知道你有监督，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跟我讲一件你有介入纠正，甚至去变更他决策的事情。那比如说那个有水利会他质疑的，有没有比较有钱的？你们有介入过吗？当然有啊。好、哦，当然有。我的意思是说，我基本上认为你们修法动机是良善的、哦，也希望去更正很多缺失。是。好、哦，那本席只是认为选前在变更这游戏规则啊，真的是跟程序正义，我不是在哪一派的立场，我也觉得说我这样质询会不会真的是对哪一派是比较好？可是我是从政府机关的角度而言、哦，如果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你们应该全面性的检讨，而不是一下修一个贿选可以查，一下修一个这个会员资格，好、哦，好、哦。其实我们知道选罢法里面，你如果让他适用选罢法，检察官其实可以介入非常多的事情，不只是贿选而已啊。好、哦，所以我是建议农委会，好、哦，在不是不只是这一次而已，在未来是不是能过更广泛的，甚至像过员所提的，他到底他的位阶是什么？否则像你讲的。有钱就可以不理你，因为我只要不拿你预算，可是他的资产又非常那么多，那他资产到底是他的吗？其实很多搞不好是国家过去捐赠哈。好、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各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时间八分钟，谢谢。谢谢主席。主席可以请陈主委。跟那农田水利处的处长好吗？来，请处长。孔委员好。主委你好，昨天在经济委员会我就已经讨教过你了哈。是。就是我对农田水利会的概念，啊，就是印象不是很好了。刚才徐委员是谈到那个预算，还有这个选前，啊，这个要变更他的一个会员的一个投票的一个制度啊，啊，他是觉得这个有点违反程序正义。那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那我们农田水利会，你们每年农委会，这个补助啊，这个农田水利事业水利处的哈，啊，大概是多少钱？五十八亿吧。这是农委会的预算，对不对？对。那农委会的预算是给了水利会，那水利会是不是应该要照顾全国的农民啊？是不是要照顾全国农民？他是。理论上应该是要照顾全国农民，新修他的农田水利设施嘛。他的灌区内的。好，那我现在问了哈，你们农田水利会总共会员呐、啊，有100多万人嘛？对，是不是？100多万人，那里面有多少个是原住民的？多少？原住民参加水农田水利会的有多少？那今天我要问这个问题是什么？你这个资源哈，好比说我到花莲的卓溪乡。那边有一个水圳要修，后来那个我们卓溪乡是水源的上游啊，那个水是从卓溪乡流过去的，后来我们那边刚好有一些原住民啊，几个村啊是种稻子的，也是希望有这个灌溉用水，可是呢，你们水利会过来啊，他说对不起，这个我们不能帮忙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水利会的会员，对不对？所以你这个钱啊，你这个钱50多亿哈。你是给了农田水利处，给了农田水利处之后呢，啊，这个只保障现有的会员，那些种稻的农民，而且是位于水源上游的原住民的农民呢，就没有办法啊，这个是水利会这个来。昨天也有提了哈，对，我不晓得是今年的事还是去年了哈，因为昨天水利署王署长也讲，去年经费是编在水利署嘛，那今年改到农委会来，所以我们今年编了灌区外有编3亿。那水利署挣640万嘛？但是过去农田水利处你编多少钱是灌区外的？灌区外过去我们没有编，你们都没有钱嘛？过去是编在水利署嘛？对，那以前是编在水利署，后来找了农田水利处，你们也没钱。就今年才改到我們這邊、啊，今年才改到你们农田水利处，那这个3亿是做全国的嘛？就灌区外的，就事业区外的嘛？哈，对 对, 對，事业区外的包括原民跟非原民嘛？對對對，尤其是水利的上游应该加强。所以我今天要谈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这个水利会哈，啊，因为原住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受到应有的一些保障，像一般的基本的那种水圳的设施啊，你要修啊，对不起，这个你们不是会员，没办法帮你修。
啊。现在灌那然后呢？那我要找了农田水利处，那农田水利处当时也没有钱来修嘛？你们当时没有编经费吗？以前没有编预算，因为以前这预算是在水利署嘛。水利署只有700多万。不，今年移到我们这边来的啦。全国的新修的水利设施，水利署只有编700多万，700多万你怎么去交代这些事业区外的？他们去年这个三立去年是编在水利署了，今年把三立移到农委会来。所以我今天是说哈，我们水利会是一个比较封闭性的团体了，啊，那但是你又有政府的补助啊，那这个钱既然是农委会。啊，有政府的补助，刚才看了嘛，50多亿嘛，啊，50多亿，你应该理论上应该是要照顾全国的农民呐、啊。那我们原住民地区真的很可怜呢、欸。过去几年，啊，要什么灌溉用水，事业区外的灌溉用水几乎是没有钱，啊，事业区外的灌溉用水，但是事业区内的，哇、啊，你们就有这些钱可以来新修水圳，啊，这个就是一个差别待遇。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是啊，今天这个是一个不符程序，也不符环境正义的。跟公委报告，这个比例实在差别蛮大，因为灌区外我们只有3亿，那这个部分没有拨给水利，是在由农委会这边来处理。那灌区内经费多了，那将来主改后全部都在农委会，我想应该将来把灌区外的预算应该提高。所以我今天质疑是说，这50多亿哈，照顾水利会，然后照顾灌区内的。那你只有3亿是照顾全国灌区外的，还包括原住民的，对不对？这个资源不公平嘛。它的工程大概21亿啦，哎，那灌区外3亿，灌区内的21亿，这个比例差距实在蛮大的啦。所以今天灌区外也要看面积啦。今天水利会哈，您不要说啊，我只有修我们会员的哈，当然你们这个是有保障你们会员制度了，那非会员的。然后你们的水都是从盐乡过来的，你们根本你们都不照顾，哦，把他们当成外人了，啊。我们在编106预算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会请农水处应该考量一下。你今天三亿，我说实在，你三亿的话，你是负责灌区外的全国的。对，灌区外全国。啊，灌区外全国的。对。但是灌区内呢，你有21亿，20多亿。对啊。这差别很大吧？对，有差距了，是不是？差别很大，所以我说水利会哈，我今天是不想对你们的选举制度有什么批评啊，但是我觉得我去会勘我们全国原住民地区的啊几个重道的几个乡镇，他们不是水利会的会员啊，他们是原住民在重道，然后他们的水源都在上游，包括花莲的卓溪乡嘛，啊，台东的海端乡嘛，南投的仁爱乡嘛。都在水源上游，你们的水是从上面来的，从原住民地区来的，然后水流到那边就看说，你们种稻的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稻子没水了啊，是不是可以用水？水利会的水圳的水，啊，不行，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国两制嘛，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公平不正义的地方了。那今天我们编那么多钱给水利会，啊，没想到你们还有一些钱是从政府这边下来，是农委会的经费。那我觉得这个就必须要受监督了，啊，是我希望水利会哈，你们要有那种哈，你们既然是一个会员制啊哈，会员制，啊，大家都是农民嘛，啊，都是会员制，原住民可能是没有这个管道，啊，来参与这个会员呐，啊，你们这个会员有没有排斥原住民呢？没有啊，没有。花莲那边有会员，有原住民，只是没有去统计而已啦。不过刚刚公委讲到那个很少了，几乎很少。水圳的水有雨水的话是可以互惠可以使用了。这个我们来检讨灌区外跟这个雨水使用。几乎我到那个花莲卓溪乡啊，我看那边真的很可怜 啊，那边几乎是那个水啊，他每次都跟我抱怨啊，因为他说我们不是水利会的会员啊，没有这个保障的。所以现在除了这个水利会，这个3亿的部分哈，灌区外的这个3亿过去没有的，对，啊，在农田水利处嘛，今年才有。那你是负责灌区外的整个，包括原住民嘛？对对。那这个部分，你这个经费够吗？是不够了，所以我说明年哈，灌区外应该增编一些了，因为孔远刚刚讲的灌区外有的是在上游，有的是在下游嘛，那上游的部分。因为是水的来源啊，
应该多考虑了，所以谢谢公委提醒了。这个未来我会在经济委员会，我会强力监督你这个农田水利处啊，啊，谢谢灌区外的部分了、啊，啊，好，谢谢。好，谢谢公委员，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苏志芬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主席，我们是不是请处长好不好？来，请处长。苏委员好。哎，张处长你好。处长，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你认为农田水利处的职权是什么？农田水利处最主要的职权应该是他对所辖的这个农田水利会的这个辅导跟监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任务。OK。就是辅导跟监督嘛，是。那这一两年来的话，你觉得水利会你辅导的哪些？你比较引以为傲的，你辅导的水利会是辅导有什么样的建树啦、攻击啦？谢谢苏委员。我想水利会的建树攻击是不敢的哈，但是我从软体跟硬体方面，大概跟苏委员大概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比如说。我们在嘉南地区的白河地区哈，事实上白河地区过去以来，它因为白河水库的一个淤积，所以事实上当地的农民有大概将近有600公顷左右，它没有水稻水去可以来种植，所以每年碰到干旱季节，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台湾地区的干旱季节的时候，它都必须休耕。来，处长，处长。我如果这样让你时间再说下去，我都不用说。我简单说就是说，但 OK， 我们吊水给他。没有，处长。水利会，我知道说最近农田水利处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行政院的院办？是出你们农委会还是出了行政院？我不晓得。就是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农田水利会啊，它的给水的事业，是不是要立法？有没有这件事？给水。要增加水利会的话，这个给水的事业要把它证明化，有没有这样一个作为？那个委员的意思是要让他的经营的那个方向能够更广泛，对？对对对，對有这个讨论吗？那个是在我们在上一届提出一个多角化经营的一个。对对对，那么现在这个程序走到哪里？因为借期不续审，所以现在已经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法规，恢复到原点。对。那么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说？怎么会想要利益，就是让水利会的给水的事业的话，让它可以扩增，或是它的功能这为什么会去思考到这一点？跟委员报告，因为农田水利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哈，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去经营其他的事业，它不像农会，也不像渔会哈，它是一个经营其他事业体，所以水利会的任务就只有服务农民的灌溉。因此，他是没有其他的收入。你希望他有盈利事业吗？没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就他现有优势，比如说他有人才的优势，现人才的优势，还有包括他掌握的有水资源分配的优势，对不对？水的优势，我并不是说卖水的部分，而是说他那个水的比如说力能的发电，哈，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那个小水力发电，这些都是。属于那个他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希望从这个优势，他也能来增加一些收入，是。好，那处长，另外我再请问你，以一个水利会来讲，我们不要讲七星或是柳公郡，就是其他地区的水利会，我大概农田水利处这边补助的话，大概有两大项嘛，一个是水租嘛，对不对？嗯。一个水租，一个工程的经费嘛。对对。对。啊，水租来讲。你们水租的话，那补助给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的话，将这个水租补助，这个水租足以应付他的人事费用跟行政的办公费用吗？不足。不足多少？我举这个跟报告，我们一年给他的这个会的补助是22.268亿，那他的人事费就将近要29亿，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意思指这是全国嘛，对不对？对对，全国。这个全国对 ，OK， 那么处长，
是22.268亿的话，那再相对29亿都差不归影嘛，对不对？对。OK， 也就是说，几乎的话，80%人事跟办公的费用都是由农田水利署这边所提供的，对不对？29相对你的22.268。好，那我另外再请问你，是水利会最大的功能就是做水利工程嘛，对不对？你刚刚有提到那边有人才嘛？应该是做灌溉的服务啦，调配水，做进入的管理啦。你哪公的调配的水源，大家就很有话讲。是。好，我们先从那个灌溉的工程开始讲。我们刚有提到说灌溉区跟非灌溉区嘛，那么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工程的补助还有没有做在灌溉区？但是取水取不到的，有没有这种区？有没有这种工程？工程你都吃不到水啊！啊，你搁甲做水沟啊嘛，对不对？所以你的灌溉区跟非灌溉区，你的界限，我们在讲说你是形式上的界限，还有实质上的界限。包委员应该不是这么解释了哈，因为委员所知道，比如说委员辖区云林哈，云林的辖区它是有灌溉制度。所谓灌溉制度，就是说我有3年1座跟3年2座，还有单期座。这意思就是讲，我3年内底甲提供你1年第二期的迄个水池的水。是啦。对啊，所以农民的万碳无水有可能去种水池。啊，所以万碳无水伊要安怎？啊，因为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学理跟实物，伊那家就一支的，不，处长，伊那家就一支的水，啊，剩的伊食袂到水，当然伊就爱抽地下水嘛。啊，所以咱这么讲，农民来讲是，除了你灌溉，你水利会供应会水以外，伊爱搁依赖抽地下水嘛？安尼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我们有供应旱作的这个水啊，也就是说，他必须去种其他旱作啊。因为你是会员，处长是。你所有的灌溉区内底拢食得到水吗？我再问你这句话。我们的灌溉区内都可以吃到水啊。你认为都可以吃到水吗？但是我都可以吃到水吗？吃到的水不一定都是水田用水。我讲的是有一些是旱田的用水。你的渠道，你所做的渠道里头，拢会当予农民食得到水吗？我再问你这句话。我们做的渠道，当然农民，我们是要提供给农民吃水，至于农民。他自己所以，处长，你所做的渠道来对巡哦，你的灌溉啦，是你的灌溉沟来对巡，农民不一定浇到水嘛，对不对？而且你的水源来讲的话，你的供应一定也会不足嘛，否则的话，咱的地下水不可能还在，咱的地下水这不可能叫你追嘛。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水利会的功能其实是慢慢在萎缩，慢慢在萎缩是什么？你的给水沟，还有你的排水沟。你必须还要跟水利署那边的话，你的工程界面还是要接轨嘛。所以我伫地方的基层咧看的，讲农田水利会其实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慢慢在退化，而且慢慢在萎缩。那么也因为农委会有你这个农田水利处的对啦，你的监督还有包括辅导，让我们农田水利会呢慢慢的，我就发现它才是很病态，你知道吗？它的经费几乎啦。90%以上的话，都来自于公家的补助，不管是水租会费，或是包括工程的补助、啊。然后呢，整个的水利会来讲的话，对农民的功能是怎么样？太过于政治化了。处长，你承不承认目前的水利会是太过于政治化？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事实上，我们给农田水利会的钱，从数字就可以了解。农田水利会一年的支出大概130亿，农委会只编了50几亿，那怎么可能是所有的费用都是农委会去给农田水利会？你一百三十几亿，对，我们这个拿起来看，这个牵涉到说他可能有卖地，他可能卖的70地。没有，我现在是讲决算支出，我现在讲的是支出。所以我们如果把结算、把支出的话再拿起来看，我们再细细去分析，啊、是这个组织的对啦。是这个周期基本上来讲，农田的水利会有些的话，它是体质比较健全的，它可能就需要它自己可以自主哦。但是有些牵涉到我们农业县的农田水利会，它几乎90%。所以如果你全国把它拿出来数字来看，你都会130亿，我只有50几亿尔。但是如果你若一个跳开来甲看，处长，为什么一个农田水利会会长选举要开到1亿？为什么花到1亿？如果一个农田水利会会长的选举要花到1亿，这个都有录音的哦。
那你的辅导跟监督能耐在哪里？为什么会长要花到1亿？选举为什么要花到1亿？如果一个会长的选举要开到1亿，我借问一下，他怎么回收？地方拢在传啊，你开1亿的时阵，选一届你会当做两届。这怎么说呢？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所以你的辅导跟监督的问题在哪里？你今天的话堂而皇之，说你都改会员制，我们还以为你在改革嘞。你这个改革是什么？改好看的吧？你改那么一小小的步，你为什么不从结构面去改？你为什么不从结构面去改呢？你现在农田水利会的话，在基层做了，大部分弄过是白水沟啊，较侪啦。你的灌排沟呢？你的灌溉沟你做了有什么用呢？咱就问一下，你水不够所在，你做什么灌溉沟？所以你所有水利会的工程，我跟你讲，你80%-90%，你根本就是我们地方拿来做排水沟。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有关于刚刚委员谈到的这个选举的问题，我想，99年的时候，我不想听你说了，是，我不用再跟你提这个处长，我相当知道你的立场，这个我们两个都心照不宣了，嘿，但是我讲的是讲，我希望新的政府来，新的行政的团队如果进驻来的话，我们要面对很多过去的政策不当的地方，一定要盘整。是，如果没有盘整来讲，农业怎么改革？是，农业的基础建设如果不赶快做起来，你要叫农民怎样？所以其实农业三法是牵涉到农业转型正义的第一步。如果农业三法不修，农民因万的想就是叫苦连天嘛。我们还要去承担你怎么样？去承担你水利会你做的 U 型沟，我还跟着你后面，我还要去修农路，对不对？这你清楚吧？你清楚吧？我想，既然那个工程都是你们农委会补助的，你为什么做了一巡沟以后，你的农路你为什么不出顺便处理呢？我想那个，我是不是找个时间再来跟委员报告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以前就跟你交换过意见啦、啊。是啊，以前苏正清还没有当县长的时候，我也没在苏正清立委的办公室跟你见过面。是，我没跟你交谈过。是，你听得下我们的意见吗？我们当一个地方首长，在你的眼中看起来像什么？我想我们在你补助到地方去的话，一个县长跟苏尔杰的立法委员，我们摊开来讲好了，立法委员的话，你一年给他多少的扣打？你给他过多少的工程的经费？多少扣打？我哪唔知呀？我都你讲啊，我有扣打我都唔知。你讲啊，硕平姐，硕平姐，没有我可恶到极点。啊我们再找个时间再跟委员。全部就是选举的产物。你监督了，你监督了辅导的水利会就是一个选举的产物。好。那处长你是要好。是。好，谢谢苏委员啊。这个等一下处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有多少扣打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周成委员。啊，对不起，蔡委员，抱歉，蔡玉委员。我了规头壳拢咧想迄个扣打的问题，来，谢谢。请陈主委。来，请陈主委。蔡委员好。主委你好哈。主委，我想要请问哈，因为。农田水利会的，我们这一次的修法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关于选举的部分，对，就是所谓选举人跟被选举人的资格。那在选举人的资格上，哈，会员自然人的应年满20岁，哈，我是跟主委建议一下，要不要改18岁啊？处长要不要考虑一下？因为在选举的时候，基本上。国民党也是赞成18岁有投票权嘛？那如果涉及到了宪法不好动的话，我们农田水利会这个组织，哦，这个选举先改18岁是一个比较，哦，至少是比较符合世界趋势的，好，哦，这个是建议看看呐，啊，哦，是不是考虑一下？我觉得农田水利会应该是一般的闲职。一般的公职衔级改18那是比较正常了，但农田水利会它有它的专业哈，
一般18岁的，我们还是维持20岁比较好了。这个跟其他一样嘛？这个跟专业没有关系啦。有啦，龙田水利会它监督的是龙田水利的，它不是其他方面嘛？对，会员呢、欸？会员只是牵扯，牵扯到投票，他不需要专业吧？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被选举人，是讲选举人。哦，好，没关系，主委，这部分我只是稍微建议一下，因为我看了这个修法。那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说，这个被选举人的资格，基本上会长他还是有所谓的一个积极资格跟消极资格。对，在积极资格的部分，我们现在的法律是规定说，你要登记为会长，第一就是你要年满23岁，第二就是说，你要会长的话，你要年满30岁，好，你要年满30岁。那第二的话，规定就很严格了哦，它规定必须是教育主管机关认可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普通考试及格，并具有行政机关农田水利会10年以上之行政水利土木农业有关工作经验而成绩优良。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样要10年的一个行政经验，那这10年的行政经验应该由谁来定？10年的政府机关的一个行政经验，10年政府机关行政经验是原来的条文就这样规定，那只要拿出证明来的话就可以了。谁来证明？就他服务的机关给他服务的机关出具对证明，對人事处出具证明可以吗？可以啊。人事处出具证明就可以了。对对，人事处出具证明，主委你说可以哦。哦，如果考绩啊，对人事部嘛，对啊，他就是要考绩一等。人事部已经证明说他具有在这个行政机关工作的一个经验，那主委你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就我所知，在民国99年的时候，云林农田水利会的时候，你们却认定，认定一个人事部云林县政府所颁布人事部出具的一个证明，你们却说他没有资格，那是耶雇人员啊，不是对，可是人事部一样是说，基本上他还是有在行政机关的，关于行政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刚一直问你说，到底是谁说了算这件事情？你跟我们说，只要行政机关的人事处说了就算。但是每一次选举到了，就会因人设事，就又说哦，资格又要变了。跟蔡文报告哈、我原来在南投县政府服务，那人事室的考绩是编制内人员才有，那耶聘雇是各单位他没有打考绩，所以没有乙等甲等，他也不是属于人事室来办的啦哈，所以他就是要成绩优良嘛。所以你们在这一块的，在这一块所谓行政经验，你们是？不是站在非常现说，很现说的去思考说，我基于说这个会长一定要有这个行政经验，这个行政经验不能是约聘雇人员，他一定是要在机关经过全序的、有考绩的才可以。因为他成绩优良，就是有考绩乙等以上嘛。那如果他被考丙等，就不算在成绩优良那一年的经验嘛。对了，主委，我知道你在这一块你是守得非常，你在这一块你是坚守说，这个不能有放宽。但是我同时要问，一样是在云林农田水利会的选举啊，在消极资格的部分，当年是怎样？消极资格，一个因为选罢法被判刑，缓刑。被判刑确定贿选缓刑，基本上他不符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26条，结果你们又说这样不会影响消极资格，又放宽了。所以我想要问主委的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候选人的资格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解释，让所有要参选的人在选举之前他就可以知道我有没有资格，而不是都在登记完后开了一个审查，自己人就有资格，不是自己人没有资格。我们很遗憾说这种状况不断的在发生。行，可以吗？跟蔡委员报告，这个资格审查是
每一次农渔会或者水利会的选举，一定有一个资格审查啦。我当然知道会有资格审查。我现在 要说的就是说，这个资格，你们不断的用行政解释，不断的变化，而且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因人设事。应该不会这样啦。如果原来有解释过，你要给他改变解释，一定要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啊。我刚讲的消极资格这个东西，我知道消极资格有消极资格就是当年硬解释来的一个产物。我再问诸位，是农田水利会的选举，这一些选举人的名册，你们怎么提供？就是我今天我想要选会长，我也具有参选人资格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我要去拉票的对象是谁？现在规定是选投票前30天以前，30天到5天呐、啊，公告5天，工作站就有到工作站去看，对，都可以看。那你们觉得这样的时间够吗？我刚刚也跟段委报告说，如果觉得这5天不够，我们可以把这个5天延长，稍微延长应该可以了，因为这个跟法律修正没有关系啊，跟法律。对我觉得这部分，对这部分，如果你刚有这样确定，我觉得就要落实，因为你在选举的时候，你30天才让候选人知道，那我要去跟谁拉票，那我怎么选？所以农田水利会永远就是自己人，好、哦，一定要他们内部人出来选。你一个在于行政机关工作满10年、具有成绩优良的一个优秀的候选人，他永远被排除在参选资格之外，纵使他有资格，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拉票。是，诸位，我觉得农田水利会的修法，你们一定要去思考，到底怎样是公平的？它不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这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就变成农田水利会的大家讲，哎，它就是一个绑桩的工具。我说这对大家都不公平啊！那为什么不能把它修法修的公平一点？好不好？好，就比较全面性的，我们再检讨了。谢谢蔡委员，谢谢诸位。好，谢谢蔡委员，诸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周成秀霞委员，时间8分钟。啊，主席，各位同仁，请陈主委。请陈主委。周成委员好、啊、你好。我们这个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哈，有新增了年满20岁嘛哈，还有具有会员资格6个月以上，享有灌溉或农田排水利益的土地需30坪以上才能够有这个选举罢免权哦，以避免发生这个婴儿会员的情形哈，来发生和 A4 这个会员现象，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很好啦哦。但是我们刚刚蔡委员有提到说，18岁是不是也能够让这些年轻人啊、降低这个也要修宪哦，降低投票年龄哦，这个部分哦，我想因为鼓励这些年轻人啊哈，我们现在那个。选举方面也有要下修到18岁的这个选举前的，让年轻人在18岁可以来参与选举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农田水利会组织这个里面，我想这个方面也可以把它列入考虑哦。这个是鼓励年轻人。谢谢周成委员哈、哦。这个要不要降低年龄？我们原来没有考虑的原因，就是因为。农田水利会员有156万多人嘛，嗯，那未成年的会员只有11000多人啊，嗯，包括18岁以下的哈，还有以上的，那你说把农田水利会降到18岁，人数增加不多了哈，不多，但是问题就是说其他的选举都没有改，农渔会啦什么都没改，公职也没改，那农田水利会跑第一个的话，要不要这样改？说我们当初没有。抢第一个修正了，所以这个因为他人数并不是很多，总共在156万多人，只有1万而已了。
这个方面可以列入考虑。我们可以来统计看十八岁以上大概有多少人呢、啊？嗯，因为年轻的对龙点水利会业务，他也不是说很热心的、啊，就是鼓励嘛，就是对年轻人一种，我们来统计看看大概有多少人。哦、那主委，你觉得我们有同仁想要把这个农田水利会改成为行政机关这个部分，你支不支持？我是觉得说这个可以讨论，但是应该好好的去讨论呐，因为农田水利会，它从清朝的时候本来是民间的，民间自己设的，那后来政府把它改成公家的哈，那公家了以后，那过去它那这个郡路啊，那一些过去都自己建出来的，那现在把它改了以后，这些财产到底哪些属于公的，或者后来投资的？那这些你没有理清的话，那你把它改行政机关，那些财产全部要把它收归行政机关所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都需要经过讨论有共识了、這個。而且龙田水利的资源，龙田水利的资源有3000多人哈、几乎都没有任用资格、那你要前定考试的话，那如果考得太简单，变成说大家开一个门让大家都进来变公务人员。那这个对整个退休啦什么那些政府还要负担这些费用，到底适不适当也是可以讨论的。这个方面我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啦，因为过去咱在水利会在财产吼，都是由我们会员交水租来的嘛，对不对？对，以前是这样不？所以你说如果现在你把它从公部门把它改为这个行政机关啦吼。安尼，这财产啊，吼，就像迄政府在抢人民的财产同款哦，所以我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啊、吼。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彰化，检方在3月下旬，吼、有查获和龙营造公司承揽彰化农田水利会东西两郡，还有曾厝一郡以及头汴郡水利工程的这一些吼、涉嫌以这个贿赂渣。充当结构性的混凝土这个方面，你主委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们后来也查了，包括我们水保局的，我们都查了，几乎后来我们那一些工程都没有用到这个。那水利会的部分，可能有少数吧。对了，但是现在还不。像这样的情形哦，你想我想说未来，你看未来我们要如何制定一个好的办法，还是更严谨的这个办法，对这个工程合约以及查核哈，在这个方面，是制定这个工程的三级查核一定要从头到尾，那个要检验这种要使用混凝土的话，一定要有公信力的机构的一个检验报告嘛，一定要有这样的程序才能。用了对这个对这个方面呢、要制定一个那个好的更严谨的办法来查核一下哈、这个才会避免炉渣哈、发生危害到农田水利会的这个工程品质嘛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加强来对我们会加强、加强。主委你很难得哈、能够来到司法委员会哈、所以今天我也要就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方面蔬菜啦，还有鱼类的方面跟主委来讨论一下。CNN 有将我们沙巴鱼列为来台10大必吃的美食之一而且还是前列第5名。全台湾产量有6万公吨，那台南产量就有3.5万公吨了三成的初级加工产品都是外销到中国去嘛，对不对？三成。石目鱼那个加工三分等我没有注意到，但是石目鱼整个到大陆的比例不高了，大概3%，3.3%而已。嘛啊，好，对，大陆大概不到10%嘛。阿古尼哦。中国片面停止这个小三通哦，只能改采认证标准较高的这些销售模式，所以咱的迄个外销量吼锐减，啊，咱国内的市场吼供过于求，所以这个价格暴跌吼。注意这个问题，你敢有关心咱农民讲要安那来甲辅导？
这些沙白渔民啊。那个跟周总也报告吼，那个石目鱼最主要，我们最近也会讨论的吼，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产业辅导方面会推嘛。那这次寒害石目鱼大概受害大概30%左右啦。那价格比大陆那个气作是提高很多，啊，所以中国大陆那个石目鱼气作量是占我们总产量的3.1%嘛，吼，3.1%。那这3.1%，现在市场价格来讲，都比它汽车价格高嘛，它是从45块到40块，那我们今年1到3月平均价格是每斤是51.5块，所以比那个高。不过养殖业方面，我们现在也在检讨。咱台南市这个养殖协会的理事长吼，王理事长，伊有在批评讲吼，渔会出口的这个政策吼改变吼，咱政府无积极来辅导啦吼。所以小三通一个灯吼，这个市场的价格就失调啊！哦啊，即摆咱沙白鱼养殖协会已经宣布吼，甲大陆客族已经暂停啊，你知无？我们知道，就那个量，我觉得养殖本来照渔业法规定是地方政府要辅导，那我们现在也要检讨，说要跟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说对养殖业要怎么来辅导哈，因为养殖业的产值还是蛮高的，有300多亿嘛。所以要安怎让因避免吼陷入这个困境啊？我希望我们主委这方面，我们会看价格跟量啦，因为现在价格是比它的汽售价高嘛，1到3月平均比它那个40块还高10几块哈，所以现在出手的话正算太早了。但是后续我们会请渔业署哈，针对整个每一季下个月的产量啦，或者下这个价格做预测、做预估嘛？对，为什么会产生失调？这个一些种种原因。对，因为刚刚我报告了，寒害降了3成嘛，吼。对嘛，这些受害3成，所以量减少以后就会这样子。好好来帮这个渔民。其他的国家外销我们还是要注意啦。好，像中东啦、美国都有外销嘛。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主委。好，谢谢主委，谢谢周成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还是有请那个农委会的陈主委。主委好。嘿，主委好。我们今天审查的是你们提出来的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嘛，哈。是。那我在你们的修正草案有看到哈，就是说，目前凡属会员就具有选举跟罢免权。那致使有心人士以共有或分割土地方式增加会员人数，意图影响选举结果，未符选举公平及社会大众的期待。那刚刚也听主委跟委员报告说，是在上一次102年的选举，那你们认为有这个地方的人士哈，有以共有或分割的方式来增加会员人数，所以才有这次的修法嘛哈。那我想请教，就是根据这次的修法的方向，我想在社会或者是在大家立法委员的共识，大家是赞成的哦。虽然是有点迟哈，但是还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我想我们来检讨过去了哈，主委，我们这个农田水利法，它有这个有针对用强暴、胁迫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选举的一个处罚规定嘛哈。1999年4月30日的一个增订条文嘛，哈。对。那我们来直接具体检讨。好，既然这次修法的缘由是因为有心的人士利用这样一个规定，那利用这样的一个规定去造成一个选举不公平的结果，那我们想要了解，农委会身为一个主管机关，在上次的选举，就这样子你们认为是不公平的，导致我们现在要去修法，你们主管机关做了什么样的监督？我讲的比较白一点，如果今天一个耕地，一个农地，他为了因应选举，然后他去细分，好，细分很多人，那事实上可能这个买卖是假的，这个移转是假的，或者这个承租是假的，那农委会有没有依据你们的职权，依据你们的调查去做任何的检调的移送，或者去做这部分的一个调查？那个跟周委员报告，这个细分的部分有时候很困难，
我们台北是在101年选举嘛，那桃园省是102年选举，所以我们在102年就提修正案出来了。那上个会期没有过，我们现在不讲立法的问题，立法的代表 我跟主委你讲，我们在上次的选举的时候有移送调查站，有去查，有移送调查站，那结果呢？结果应该没有，他可能也后来他就签结了。你们是怎么移送？因为我们是认为你们可以把就是这个土地有细分的嘛，对，有细分的就直接先把那些相关的资料移给检调嘛，让检调去调查他的资金往来嘛，让检调去传嘛，至少要有一个贺主或者是说一个调查的一个态度出来嘛。有、就是、啊，不然的话，大家眼睁睁看两个，大家心知肚明，眼睛看得清清白白的，就是。清清楚楚的啊，结果任何没有给社会一个交代，这不是一个主管机关应该有的作为啊。我跟主委报告哈，这个幽灵人口比较好查，因为要住在那里。但是土地共有的话，譬如说某一个人他把土地卖给了100个人的话，那每个人缴一点点钱，那这个你至少要去查有没有缴钱啊。所以这种东西我们移给检调单位去查嘛。有移。那对上次选举就移了。那结果查到最后可能是有给钱啊，因为他如果卖的 不高的话，你怎么去查，很难查。那农委会在面对这个水利会的选举，你们还是有一个就是在事后选举你们还是有调查的一个作为。我们在事前就看了齁，因为整个选举我们在事前要资格审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共有太离谱了，就像我刚刚报告的柳工农田水利会那个有61%都不到30坪啊，你看一个不到30坪土地，你要做农业使用，那最小的一个它还不到，就是好大概5公分左右而已啊。诸位，我大概清楚你的意见。那我现在从这个修法再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哈。是，当然这是一个权衡的结果，到底是要定0.01还是要定0.02？或者0.05，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但现在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法律修正后，我们来讨论，如果今天他的土地面积他是持有1公顷的话，但他的共有人就是101位，就是你们刚刚怀疑说啊，这个可能是去灌水的，但如果不是灌水的，是真实的。他因为你这样修法之后，他本来土地面积是1公顷，他是有至少要有一个投票权嘛，对不对？那现在因为他1公顷，那他的共有人数是101位的话，他的持有面积就不到0.01，那等于这些人持有这笔土地的人都没有人有这个选举的这样选举权，那这样子的修正是不是会造成这些人的一个权益上的不公平？这个部分也需要是不是有去考虑？跟政委报告，我们是有考虑了。那0.01是参考台北市的市民农园，他市民农园要提供给市民的，市民农园的面积也是用0.01来做。那30坪，对，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当然是一个价值政策的取舍嘛。但是针对我现在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想出可解决之道？至少说赋予他一个会员一个投票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投票权？是，就是说不到0.01，那个他整个土地面积就是1公顷。符合土地的面积的要求，对，因为有101个共有人，是是所以就达不到0.01，是不是可以保障他至少有一个会员的资格啊？至少有一个会员的选举权啊？啊，不，全部拢无啊，安尼嘛无公平啊，安尼嘛无公平嘛，伊有一公顷，伊至少嘛有一个人有选举权啊。所以他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部分啊？我们原来是没考虑的，因为没有达到0.01的全国才10%嘛，吼！但是台北这边就人数特别多了。不要只从台北来看台湾呐、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它至少有1公顷的面积，可是因为这样的规定之后，它就全部的人都没有任何的选举权。当然，我们要去杜绝这个脱法的行为，但是至少它的基本权利你要保障嘛。你一个土地面积1公顷，啊，结果无一个人有这个选举权，这样合理吗？这样公平吗？
因为农地如果它本来就是农业用地耕地的话，本来就不能细分了哈。不能细分。那它，我不晓得它原来是，如果它不是耕地的话，那它当初是怎么细分法，或者共有法，或者共有嘛？共有。不过主委，那你这样不是逻辑错乱了吗？不能细分，你还是让它登记了。法律上，土地地政机关还是让它登记了嘛？是啊，有些土地是共同持有哈，而且有些是可以的。那我现在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说101个人共有一公顷的话，这像这种我们是用假设的个案嘛哈，不晓得你说要去查他到底善意还是恶意，或者就要推一个人可以投票。我是要请教主委说，如果一公顷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土地面积，他是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有一个选举权？而不是因为你这样的规定之后就没有任何的选举权。我知道，对，意思就是说，一公顷说101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没有0.01嘛，但是他可以不会投一票嘛。好，另外最后再提醒一下那个主管机关，现在永电权民法已经废除了嘛，已经删除了嘛，那现在是规定农域权嘛，那这个部分农委会好像显然还没有做修正嘛。我们上个会期，提了5个修正重点，那因为没有过，我们这次就针对单纯的话，因为马上柳公跟七星八月就要选了，所以我们把5个重点里面这次只提一点出来修正，希望这个赶快修正了，其他的我们并着检讨。我想接下来大家就这个农田水利会有很多的一个讨论呢，哈，那希望主管机关能够做充分的准备，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周委员。好，谢谢周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时间8分钟。邱志伟委员之后，苏正清委员，然后我们休息5分钟啊。好，谢谢主席。请农委会陈主委，主委处丢处丢。好，请主委，请处长。邱委员好，先请教那些主委哈，那个一月份那个大规模寒害哈，是啊，现在那个相关的补偿啊，现在进度安啦啊。后边这个后续的富裕计划啊，您农会有相关的这个进度无？对，那个跟主委报告，我们到3月底哈，到3月底大概补偿的金额发放的比例是多少？补偿会花了大概6亿多了哈。那产业辅导的登记也是到6月底，到3月底结束了。那就富裕计划嘛哈。对，产业的那个辅导到6月底，到3月底结束了。那个。产业辅导计划一些时间有没有可能在延长？不是，他因为你现在要开始护养了，什么都要做了嘛哈。那做完，起码某鱼灾啊，鱼灾马龙西啊。那个买不用到3月底啊，3月底只是申报而已嘛。五郎公公是不是该提把这个延后到4月？我来看鱼灾供应的情形啊。你是不是参加鱼会哈？佮做几挂讨论了哈？尤其这个啊，西南沿海，比如讲咱高雄啦。台南啦，嘉义、云林啦，吼，像相关的受寒害经验中一些机会，做一挂讨论，是不是这个富裕计划，这个时间定期是不是可以延长到4月底？我跟邱委员报告吼，我们现在可以去检讨一下，跟他们沟通一下，因为根据我们渔业署他们统计吼，鱼灾是有高，现在才发6亿呀，哈，那登记的金额大概是多少钱？产业辅导登记现在起码发放金额是6亿嘛，哈。啊，申请的金额是偌济？这个你发放的速度可能还较紧哦。这不是速度问题，因为我们发放的比例很高。现在就是说，地方如果审查通过，从优从速啦，哈。他审查通过，我们就会。你嘛灾害，这个灾害真严重，所以农委会要苦民所苦，从优从速，把这个相关的补偿金额赶快发到这个渔民手上。是是。啊，今天你很关心了、啊、今天大概是组织通则，增订55之1了哈，修正16、17、19之1了哈、嗯，这大概是七星跟刘工条款了哈。对，注意是干啥呢？最主要是今年台北市要选了，但是全国农田水利会修法哈，是这个治标不是治本的哈。这部分你讲针对。七星跟刘公，他用这种分割的方式去影响选举，所以来那虚幻。
针对第十五条之一来增订嘛，哈，注意。那跟邱委员报告吼，那个其他的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像石门也是占了27%吼。我看了一下资料了哈，大概北部比较严重了哈，那中南部大概没有这个问题了哈，所以这个大概是特定的条款了，所以为了马上要选举的七星流工来定这个修法嘛，哈，增订这个资格嘛。这个是在全国来讲是10%嘛，哈。那这个比例上高呢，10%大致还不至于会影响这个整体选举结果。如果跟七星流工高达50%以上，那个就可能会嘛，哈。所以那样修法杜绝这种啊意图用分割来影响选举结果嘛。对，我们是把那个接起治标了哈，哎，治本第五十个公。未来农林水利会定位，啊，比如说有人有委员提案讲是不是啊，这个咱会长啊改成官派，哈啊，现在工作人员在游泳考试院经过全序部相关的这个全序，人事也可以处理，财产也可以处理，而且主管机关哈，如果未来啊朝向官派，那人事能不能处理，在法制面。财产能不能处理，在法制面，这部分请教那个注意。我想哦，我们这一次最主要就是马上面临的衔级，这个我知嘛哈，那个就是针对七星跟牛工嘛，就未来你要怎么样去思考农林水利会的定位，他们它的功能嘛。对，后续的就是说，水利会到底是它还有我们上个会期也提了其他四个修正重点嘛哦，那将来要不要改行政法人，或者是要不要改官派，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了哈，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看，在法制面能不能支持，哈，在预算面能不能支持？我觉得这需要讨论啦，因为农田水利会，这不是现在他讲的那讲真久啊，那个注意，大家嘛，这个共同的这个心声是讲未来朝向官派啊，变成这个行政组织，那财产。变成国有啊，由这个农林水利会来代管。现在就出点，我请讲出点。人脸跟财产，如果能够取得共识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共识是所有农田水利会全国农田水利会的共识。你说水利会现在有3000多个职员，3511个职员。所以我问你说技术上可不可行嘛？你把它考一个试，说要给它本成正式的。啊，过去有这个 label， 过去没有啊。73，你干嘛记得勒？水利会没有。你农委会变成这个公务机关的时候，干嘛记得勒？水利会没有改过。没啦，你农委会在变公务机关的时候，干嘛记得会？不，干嘛记得勒？所以人事要怎么安置？你财产要安怎处理？如果这方面都可以解套，在技术面、在法制面、在预算面可以支持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方向，会再来讨论啦。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啦，像。会长用林派的，64年到74年就林派了嘛，等于是官派嘛，哈。对啊，74年到83年改为会员代表选举嘛，83年到91年又是用林派的，91年又改成會員。好，那是一个长期的方向了，有四个階段了，这个需要相关的配套，我想这是一个治本，但是它必须循序渐进哈，而不是一触可及了哈。对啊。那我也认为说，未来啊，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自来水公司，一场农田水利会买水，哦，一年差不多要买4亿、5亿的水，哦，啊，如果变成这个行政机关，啊，自来水公司甲农田水利会买水，这比成本较低。这处理让我了解。成本会降低吗？应该还是要买啦。要买，但是管理费用而已嘛。因为哈。我们现在就是说，譬如说，农业用水移拨到这个自来水公司嘛，那还是要、啊、对啦，今年要开5亿至6亿嘛，哈。他说，如果变成行政机关，按行不行呗？杠给。他自来水公司的水是有收费的，所以还是要买啦。对啦，但是成本一定会降低嘛。成本可能变成要精算啊。你按那，你农田水利会卖给这个自来水公司，当然有利润嘛。不是成本嘛，他的单价你生化买单价他管呐、啊。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哈啊，未来可能嘛不是你的工课哈，这部分这个还要有其相关的配套。啊，现在针对这个
这个会长的资格哈，十年，这个会不会这个有史以来这个所有这个公职选举啊，门槛最高的，比选举总统哈门槛更加高呢？现在规定是十年嘛哈，而相关这个公务人员资历，啊十年以上嘛，啊十年以上对，对了哈，这个资格算是门槛相当高呢。注意，卡叔哈，咱来建议稍微哈，把这门槛稍微调降，扩大参与哈，让更多有识之士、有才能的人，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来发挥参与选举，不要讲杠啊背你六东西哦。这个我没有意见了，尊重委员了哈，因为这个是很久已经规定很久了，对了，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动它了。所以农田水利会心虾嘛哈。扩大参与，让更多有识之士也在参悟嘛。啊，你无意见哈，你嘛支持。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去讨论了，哎，因为是原来的规定，那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就没有去动它了。朱正信委那个主委支持哈。好了，等一下我们这个处理法条的时候一并处理哈。谢谢邱委员，来诸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苏正清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我们主委还有农水处处长。来，陈主委，请处长。苏委员好。哎，诸位好，处长好，诸位。昨天在经济委员会，有孔文吉委员有提案，他说这个灌溉区域外的，今嘛拢本地林家嘛，水利署补助的今嘛存偌济？今年跟他们剩下编，今年编在我们这里三亿。三亿好。那个处长，我先请你回答，因为我问注意力可能不清楚啦。在我们屏东，你知影嘛？哈，灌溉区域经过了，但是当初的原民乡，伊较属在我们平地内底，就是三地门区域。建人咱的灌溉高坚固，但是他们却不是会员，不得使用灌溉水。啊，但是农地因底下怎么办？处长怎么办？我想那个谢委员指教哈，那个有关于屏东，我所了解，像三合村，对，他就是其实水利会水充溢的时候会帮忙，对，我知道，但干旱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对吧？那重点不是在有水的时候，最重的时阵无嘛是老阿干去呀，对对，所以有水的时候，在三合村呢，他们当然就可以饮用灌溉水。干旱的时候，农田水利会很帮忙，掏开水水门，推掏开几十万，掏多啦，多少做菜啦，是，这对原民乡的他们不公平。因为灌溉沟渠经过因的土地，但因所无得灌溉，那怎么处理？重点我是希望说怎么处理。是我想那个我们已经有护岸哈，未来要拜托水利会帮忙哈，那由农委会这边来补助哈，就是我们在他的那个进入那边做水门，改业最为提高可以最老入去啦。是啊，啊我认为讲这偌久，因为他们每年像去年来跟我陈情呐，今年对。那怎么处理啊？重点怎么？我们今年就会处理，就会处理。对啊，就是讲，因应该改建就水塘架的，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有水就赶快可以吃了哈。对对对。无，因就讲话讲，哎，我种的稻啊，啊，我种的迄落啥笋啊，地啊，人会看在多啊，啊，我在地啊在练。对。这对他们不公平啦。报告那个，我们还有第二方案，就是说，万一这个水门的处理水还不够的话，我们还要再做蓄水塔。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永久的解决方式，可不可以？让他们变成也一样加入所谓的水利会员，把他们的灌溉沟渠一并把它做好。可以，因为政府改组以后，其实灌区内、灌区外已经没有分了，未来都是农业部长理，所以我们会有一套的那个政策法规来把一些灌区外的纳进。那像这样，今年灌区外，孔文吉委员有讲，他屏东三地门乡也是属于原民乡，那今年的所谓的预算的问题，可不可以也挪到那边帮他们去做所谓的灌溉沟渠？可以，当然来准备，当然可以，可以哈，好，是来，那处长啊，刚我先问一下主委，刚才有讲到邱委员有问到你说这个水利会会长十年的资格问题，你说这个已经是定了好久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去年行政院院版已经有修过了，这你知不？这是九十年修法的时候定的啦齁，对，我知道，我是说在上一届的时候，院版已经有把十年改成八年了，也已经通过了。那因为有跟其他的绑在一块，今天我们就事论事，我有提一个修正动议，我
刚才陈鲁邱委员讲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参与这个会长的选举，因为他是直接由水利会的会员来参选的嘛，来算的嘛，对不对？那十年来讲，很多人诟病的都是变成所谓的近亲繁殖啊。你对这个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跟苏委员报告，你提那个案我有看到了哈。那这个部分这次是没改，那要不要改八年？我尊重委员会的意见。对了，我知道你尊重委员会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讨论。我们要跟你讲说，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个案？当初院版也已经提过了。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像当选行政首长的，不管首席的兄弟瓦赫、管定瓦赫，好，包含总统也好，都是连选连任，选择被你啦。竟然一个水利会的会长，他的资格定到十年，我觉得真的是太严苛了。重点在于这边呐，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一种严苛的条件的限制，造成了有心人的运作没有办法让社会上有才能的人可以来协助我们农民，好、哦，来也当来呵呵来发挥啦。重点在于这边呐，好、哦，那所以说我是希望说，诸位站在这个修正的角度里面。因为上一届院版 的一个条文，十年改八年也已经通过了。那么我们希望这一届重新再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哦农委会这边，农水处这边能够予以支持。我们希望能把这个门槛放宽，让更多有能力的人、有心的人来协助我们农民来灌溉的一个所谓的农田的水利的运作方面啊。因为你都清楚了，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了，这顾委你应该赞成吧？好，诸位，我赞成了。这个还农业有很多还是要靠灌溉了。好，那我再回归到今天的这个修正条文里面了哈。这个这么小的一个面积，南龙怎样了？这个明眼人，我们睁眼不说瞎话了。这个都是人在灌人头，拢为着选举的啦。真正一块土地要种植几十平的种地呢？你给我骗，投资报酬率永远嘛袂好。那现在我要跟你们提出的，你们现在所提的是要修改，要变成多，要大面积不得小于多少？0.01了。会不会太小？我们是用台北市市民农业都是计未来土地来算的嘛，对不对？用市民农业的标准啦，嘿。我跟你讲啦，如果用你们再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啦，这种也是属于休闲农业，不是真正的农业啦。要鼓励少年人回来做事，当初是陈宝基主委伊讲啦，要鼓励年轻人回来种田，因为土地价格太高，年轻人买不起土地，所以不愿意回来做事。那你们今天针对的台北市这个规则平台当做事嘞，我要跟你讲啊，这个修法我是建议啦，应该还要再把这个土地的持有的面积还要再增加啦。我们务必要让他们这个灌人头的行为，为了选举灌人头的行为，要把它降到最低啦。是这边来做事，咱不反对。问题在于所谓的现在台北市的农地确实真的比较贵，而且也比较少，它是都市计划内的土地。但是你搁干啦往0.1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还是不够啦。所以我在这边是建议农委会，好，也建议我们本院的各位同仁。在这个面积的所谓的这个持有的方面呢，我是建议应该要去再把它扩大了，不是干那0.1公顷，0.1安尼算起来是几平尔呢？0.01啦。哦，0.01安尼算几平尔呢？30平啦。30平，30平偌宽？啊，要哪做事？要做啥？种青菜？要卖啥？家己吃？所以这个都是休闲农业，拢在佚佗的啦。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讲的包含着他婴儿，我讲灌人头灌到这严重啊，我们。成年要负责任，伊即嘛，伊即哪无收了？我建议恁收了，无唔对了。连小朋友他一出生，只要拥有这个一小块农地，他可以行使代理权去投票，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要修了，好、哦，但是我是觉得哈、哦，这个在修的时候，就是要把它修一次，把它修到位了，好、哦，包含着刚才讲的，最主要我是在意那个面积。你今天如果你还是维持0.01的话，哈、哦，你用0.01去修，我是觉得还不够大了。它里面还是充斥的人头啦，只不过是把人头降少一点而已啦，所以我们是希望做实际的事情，这一点给我们主委你们做参考哈。好，谢谢，谢谢苏委员。好，谢谢苏委员，谢谢主委。我们接下来休息5分钟，然后继续开会。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请主席有请农委会陈主委以及农水处张处长来，请主委跟处长张处长。徐委员好，主委好，处长好。这次的这个修法的目的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楚啦，哈，就针对于我们的婴儿会员跟 A4 大小的农地的一个会员来做一个修正。那其实也是以七星跟柳工作为其实主要的一个对象啦，哈。那我要请教一下，在其他的水利会，就包括刚刚提到这两项，它的情形多不多？跟学员报告，前果平均是10%啦，前果是10%哦。10%，那这七星跟柳工就占了多少？七星就41%嘛，柳工61%嘛，那再来就像石门农田水利会，27%，石门也占到27%啦。好。好，那其实基本上我相信那个农学处这边也大概有跟这两个水利会啊也都有沟通过了哈，包括跟都有沟通过了，所有的17个水利的都沟通过了。好，那我要就请教一下，刚刚有很多的委员提到，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选举的时间也到了哈，那如果我们现在修正通过的话，那是不是下一届才适用呢？或者是现在这一届年底就会赶上这次的一个选务工作？我们这次要选的就是要用适用了，适用哈，对。其实这个就当说适不适用，这一次我相信啊，不管怎么定一定都会有一些的争议的哈，包括现有的这些的权益哈，虽然说不管说它的面积多小，是不是只有 A4 的一个大小，但是至少它还是现在有的一个有选举权的一个保障。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是要能够适用在年底的选举，那我希望主委这边啊跟处长可以尽量的再去跟地方做更周全的一个说明跟沟通哈，毕竟这个直接影响到他们年底的一个选举的一个关键了哈，所以这里要请主委跟处长哈，要多担待一些哈。那另外刚刚有立委有不同的立委有提到，就是针对于会长候选人的一个资格，是不是要从原本的10年要下修到8年的一个行政的一个资历啊？那本席我在这边我是持反对意见，我是认为应该要维持原有的一个10年啦。那事实上原本定1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也是希望说有这些行政经历，包括对于农业啊，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行政经历更加完整的话，他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做领导。那如果你担心会是近亲繁殖的话，事实上我觉得8年跟10年差这2年，我觉得差异性不大了哈。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如果委员有提出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我们今天呢，不急着去处理这个事情哈，应该要再去跟我们的水利会啊，各个水利会也了解一下，那么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要修正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比较适当。我要请教主委跟处长的意见。跟委员报告哈。82年在林派的时候就定了10年的资格了，那所以90年改成会员直选的时候，就修农田水利组织通则加19条之1就改10年。那本来是因为82年到现在，那所以在验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是不是就维持现状不要修？那这个已经跟17个农田水利会都有讨论过了。是，今天的修。都讨论过，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修正案是都讨论过的。那当然，如果再把它改的话，那个部分我们变成要再沟通了。是啊，我觉得是当然这个8年跟10年其实相差2年了哈。如果说有很多的疑虑，事实上这2年来讲，我觉得不构成其他委员所担心的因素啦。所以我觉得这次还是单纯就你们提出的这个实行通则来先做一个讨论。至于要不要下修的部分，我还是建议先跟各个水利会沟通，那么我们委员会再来讨论会比较恰当了哈。这是本席的建议哈。好，我先请那个处长先回座哈。那个主委我要请教哦，就是根据我们联合国农粮组织的统计呢，全球其实每年有浪费将近40%的一个食物。在环保署的统计，全台的厨余的数量呢，我们国人啊，国内每人每一年浪费
大概是100公斤的一个食物。那现在呢，从卖场啊，还有这些超市所下架的呢，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剩余食物的一个来源呐、啊、哈。那目前呢，这些超市所下架的也是被通报为事业废弃物啦。那过去我们官方并没有特别去统计。那去年呢，甚至有业者啊，把这些的过期的商品就卖给一些小吃啊哈。那所以现在环保署，我看到他们今年呢也特别将所有超市跟这些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数量呢，规定业者要申报丢弃的食物，把这个数量跟流向都要做一个很清楚的报告。那农委会呢也根据我们剩余的这些食物，也提出了一些方案哦。那我要请教我农委会，就是针对这些的剩余的食物的管理，现在有哪些的具体的措施吗？是跟学员报告哦，去年高雄发生那个案子是。他有申报，也有签约，但是签约是没有后续的监督嘛。嗯。所以那环保单位在地方政府那时候也没有汇农业单位，所以没有看那个养猪场、畜牧场的量，他就让他收很多，那所以他会移转到别的地方使用嘛。嗯。那去年我们跟环保署沟通以后，他们现在要核定前都会给农业方面哈。我们针对他的蓄养的量，那我们会建议他说核定他处理能量只要多少就够了。嗯。那假如有些他不能做养猪使用的话，那根本就不应该用养猪来申请嘛。像那个三合板那一些的，那他也在处理。所以我们去年跟环保署跟卫福部三个单位有开过会，那大家都有共识。嗯。那今年就是环保署希望说后续的申报那个契约书能够落实的审查它的去化的情形。嗯，那我们是用协助的来办理，是因为最主要就它对象是给畜牧场，所以变成我们农委方面也要提供意见，是让他知道它的使用量跟使用的内容物。嗯，好啊，我觉得这个毕竟虽然我们大家三个单位哈、哦、都是我们组长的业务都不同，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应该要更积极的去做一些的一个关心哈、哦，更主动的去做更多业务的一个掌握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请我们主委啊、哦、再用心一下哈、哦。那另外我要请教的就是有关于我们休闲农业区的一个部分哈、哦，在80年代呢，我们也配合的整个观光休闲产业的一个发展哦，那农政单位特别也积极的推动休闲农业的一个计划，大概无非就是希望透过我们整个农业转型的一个策略哈、哦，包括对于经济地方的农村有一些的一个帮助。那现在呢，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的过程，我要请教主委有没有一些实质的一些经济的价值？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休闲农业哈、哦，它的一个认定哈、哦，跟现在具有特色的这些区域的地方的农业啊、哦，那目前来讲，它大概会有多少？那实际上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对于不管是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游客来，针对于在这个休闲农业有没有实际上的一个经济价值？跟学员报告，休闲农业期我们是一直在辅导，那每年我们有统计休闲农场它的游客的数量。还是有一些效果啦。嗯，那像休闲农业区目前是宜兰县14区最多嘛，嗯，南投县13区第二嘛，哈，嗯，这因为通常这些都有一些民宿啦，哈，所以可能他的那个会很来，他可以有一些休闲的部分嘛，哈，嗯，除了农业体验以外，他也可以有休闲的设施嘛，嗯，那像今天我们在开休闲农业区的检讨的会议哈，也是邀请各大休闲农场的来一起来检讨说。这几年来整个推动还有没有哪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好，那日后呢？日后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辅导？我想休闲农业区每年都有辅导，那这辅导都有召集县市政府跟那个一起来会谈来讨论嘛，吼、嗯。那当然还是结合产业面，尤其休闲农业将来跟农村再生怎么整合、怎么结合，这是。今年的重点。好，谢谢啊，谢谢主委，我时间有限哈，下次有机会再请教你，谢谢。好，谢谢主委。谢谢主委，谢谢徐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张宏禄委员，时间8分钟。不好意思，我们请那个主委跟水利处长来，请主委处长。
张委员好。嘿、hey, ，你好。哦，刚刚啊，其实有委员提到啊，这个三十坪呐，哈，我们现在定的这个三十坪，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三十坪是怎么去规划出来的。可以，刚刚你再详细说一下吗？跟赵委员报告哦，三十坪当初是参考台北市这边市民农研呐、啊。我们有时候希望说市区的也可以租那一些土地让市民可以享受一些那个农家乐嘛，所以他们台北市是定三十坪一个单元这样，当初就参考，因为现在比较严重也在台北市，所以我们用台北市的标准这样。这我知道哈，你有没有看过坎诺？哎，有看过不？我有看。哈。啊，处长，你有看过无？啊？看咯，没看过。无看过啦吼。里面电影有一部分的情节，就是我们那时候嘉南吼水利会吼那个大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水利会对啊农民的那个影响有多大。啊，我请问吼，主委跟处长，以你的年纪，你细汉捌破水过无？我跟张委报告，我家就是种田的吼。所以小时候，小时候一定要够残醉的啦。哈，对吼。哎、欸，啊，处长捌无？唔捌啦吼。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这种事情嘛，够残醉去破醉，这种我也都做过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我今天我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个？哎、欸，你从整部你的修法方向，我都完全支持，我也认为需要。不过，你是从台北市的角度去看水利会的整个组织啊，我认为这个有一点点不大对的。你三十坪，我讲去哪一点啊？顶湾在我们中部的话，你三十坪要种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整个修法的方向，这个东西，我必须我如果在这边，我想就是说，你应该把这个水利会，我个人认为，你有都市型的，有乡村型的。也有都乡型的，就是有一部分都市，一部分乡村的。你如果你今天这样子一体适用的话，哎、欸，我觉得啊，这个可能啊，为了解决啊七星跟柳工的问题，你会造成很多更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跟赵委报告，我们现这个0.01公顷哈，影响最大当然是柳工嘛哈，跟七星。嗯，那对乡村型的影响是比较小啦，啊，所以假如把它提高的话，那对都会型的影响更大。那我们最主要三十坪要从容，其实不够啦。我跟你说一下啦哈，你七星柳工的，你这些会员，你真正去查，有真正在务农的有多少人？会员不一定要务农。会员他是不是的？对啊，他不用务农啊。不一定要对，不一定要务农啊，所以你去查一下啊。我的意思说，你去查一下有多少啊？你根本一个他不需要务农的啊，你用这种标准套在这里，你整个七星柳工务农的，我跟你讲，你如果看呢、啊，你手头上有没有比例？不到一半嘛。刚刚报告就是说，假如用零点没有限制的话，0.01以下。他的土地只有占百分之，像柳工来讲，他土地只有占1.7%嘛，那他人数就占61%啊，啊1.7%的土地占61%的会员数，那投票出来会影响。不，这我知道了，这个数据我都有。好、哦，我今天是要提醒，我觉得你定这部法，这个修法方向我都完全支持，可是你定一个三十坪以上。我觉得你这个定下去不是只有柳工跟七星用、欸、是全台湾都要用，都可以用。虽然对他们影响小，但是你也不能够避免说以后如果说南部的水利会也是跟柳工七星一样这样竞争的时候，啊，大家也去挂30坪啊。没有，这个全部适用嘛？啊，对啊，啊以后啊，啊所以以后以后南部的土地。对对，三十坪根本不可能耕种啊！啊，如果为了要这样子的话，伊大概拢去挂30坪啊。不，农地要细分，《农业发展条例》里面也有规定啊，所以并不是靠我知道都有规定，我也知道都有规定，但是你可能会有这个弊端出啊。我在这边提醒你，是好、哦，你这个
你架杠有做过产的，都拢知这个。另外啊，吼，我们这次的修法，会务人员的吼被选举的资格，吼，你定23岁，怎么定的？这个是原来的条文的规定、啊、我知道我们这次要修嘛，对不对？对。好，我们为了像现在我们政府也要鼓励、哦、年轻人、哦、返乡务农、哦、有这个，我觉得啦，如果你要都市、哦、要乡村要年轻化要什么，你如果要让年轻人如可以去参与这个，我认为务农的20岁都让来算啊，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思考？我不知道主委您的看法。跟委员报告，这个年龄的会务委员跟会长的年龄都是原条文，我们就没有跟他动了哈。我知道了，因为、啊、我知道你没有动。因为我们整个修法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是问您的看法啦。我没有说现在，都是问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农业发展，对不对？也是要有长远的计划啊。我只是请问你的看法、啊。我们原来修法的时候是有到17个农田水利会那边去，那边去做座谈会沟通嘛，吼。那我们是针对这个部分没有意见，我们就没有跟他修正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的那个主委是，你知道像现在啊，像尤其这几年呢、啊，台风风灾很严重，你知道很多的比较乡村型的水利会。他没有钱去修复被风灾冲毁的、哦、很多的灌溉沟渠，不可能，哈，不可能，你知不知道？不会吧？我们都有动预备金在。我知道，大条的大的有做，但是有时候到、哦、那个小的灌溉沟渠，小的那些，你知道有的还没做吗？那应该斗门以下的啦。哈？斗门以下的。对啊对啊，你也知道嘛。啊，小积水路、啊。对啊，小积水啊，对啊，你也知道嘛，很多都还没修复嘛。那我们大概会什么时候想要有编列预算？啊？哎、欸，我知道那个数量很大啊，啊，但是我们务农的人很需要啊，对不对？谢谢。那我们什么时候有没有这个计划要？我想。现在农水处他可能因为预算的关系啦，吼，我当然知道预算的关系嘛，但我们要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调查一下，提特别预算或者提一次性的计划啦。那你们要不要赶快来提，赶快来做？我请农水处赶快调查，我们提一次性计划。好，好不好？这个可以。好，这个我想应该还是要做，这一定要做了，因为提出来以后，政府有没有裁员？你要至少要做啊！如果没有裁员，你是可以分年嘛？对嘛？这个我必须要把它当没有看见啦。对啦，哦，你像我的很多亲戚都在务农的，你像那个他们，哦，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我希望这个大家是不是赶快你提出计划？好，谢谢张委员。好，谢谢。好，谢谢。这个有趣是收钱，水利会在收了，那花钱是农委会在花钱，啊。好，我们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主席，是不是请农委会主委跟农委处长？对，请张处长。好，林委员你好。哎，你好，主委处长啊、哦。是。今天我们是主要要讨论关于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的修订啊、哦。是。啊，两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啊、哦，就是要有。投票资格啦，哈、哦，年龄希望把它提高到20岁，是吧？就跟一般的选罢法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是面积，哈、哦，要达到一定面积才有投票的资格，哦。那你们是0.01公顷，约30坪左右。这个我还蛮支持这个，我相当支持这样子的修改方向，就是说这个可以防止一些弊端，哈、哦，比如说人头。好，用人头户去分这个持分土地，然后用人头来作为会员投票资格，然后来影响选举。那另外当然这个年龄啊、哦、也是一个问题啦，没有办法实际务农啊、哦，这个婴儿会员哈、哦，
这样排除掉这些。那主要是针对柳公郡跟七星水利会，他们什么时候选举啊？今年的8月27号了。是，所以还蛮急的哦。对。是比较适用的哦，比较有这种刚刚讲的弊端的是这两个都会型的哦，这个农田水利会了哈。其他中南部或者像我们新竹地区，其实这个部分哈，这个弊端并不严重哦，是。只是我觉得哈，这个时机啦，哈，提的修改时机哈，并没有算很好哦，因为你8月就要选举，急着要通过，那会影响选举的结果，会不会让人质疑？因人设事，就是因为你修改了以后，马上足以影响选举的结果。那尤其是在选举之前来修改，我支持哦改革。水利会要怎么改革？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还有太多可以改的。那现在是很好的时机啦。好，我想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我们也都希望水利会要做很大幅度的改革，但是这个时机点，我觉得是非常容易让人质疑啦。那另外，当然也有其他委员提到说，要把被选举人的资格限制放宽，从10年经验改为8年经验，这个就争议就更大。你看，为什么不改成5年，或是开放？而只改10年变8年，又在这个快要选举之前这个时机点来改，更让容易让人感觉说，哎，是不是为了某个人因人设事？这个是一定会被合理的这样怀疑啦。在选举之前，最好的改革时机一定是什么？选完之后改，一选完了，然后赶快提出来，大幅度的来改革。我想那个才是最好的时机，不影响选举。选举的时间一任任期4年嘛，对，最少还很长的时间，哦，也可以让要选举的人，哦，可以做准备，这样才是公平的一个方式，不会被质疑的改革时机啦。哦，这个是你们要考虑的。当然，你们讲说上个会期已经提，后来这个任期不接续，哦，不接续了。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个我知道，但是要注意这一点。尤其10年经验改成8年，这个只改2年，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7年、6年、5年，或是开放，而且要在这个选举之前这个时机点来改，哦，这个一定会被质疑。好，水利会最主要的改革哈，它的需求哈是在于哈，他的本身的公法人的定位很不清楚，当然这个是相当复杂，就是说他到底扮演的角色，好，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来看他的资产，他的所有这些不动产，他主要资产来自于不动产，因为农田后来都市计划后就变成建地了，那就变成回归到给水利会，变成很多的土地资产。那这些资产到底是属于农民的、水利会会员的，还是全民的？就是它的定位在这里，就是说它的问题在这里，要把这些所有的财产回归给全国农民，还是水利会会员会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我们当初讲水租啊，像刚刚也有人讲到，是应该属于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定位没有办法很清楚，跟这一些都有关系。它到底是属于全民的财产，还是属于会员的农民的财产？好，将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我觉得刚刚你们提的，虽然提的这两点，好，把这个人头会员的弊端改革，还有这个婴儿会员的这样的情况，哦，把它改革，这个我同意。时机点是有一点点不恰当，但是呢，恐怕还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做。那至于这个被选举人的
资格十年改成八年，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我觉得就要慎重考虑。我们要改的地方还很多。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像这种更需要马上改的，他的选举，现在的会员，这个会务委员直接选举，会长也是直接选举。请问，选举有没有适用公职人员选罢法？你们的选举现在适用？没有了。处罚的规定有了。来，我念给你听啊。这个是不是我解读错了啊？38条之1啊，农田水利会之选举下列行为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90,000元以下罚金，对不对？用这一条去办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选罢法吗？这个不是选罢法，这个是农会法的了，38条之2了。农田水利会38条之1，组织通则里面的嘛。好，多严重，你知道吗？会务委员啊，选举触犯的这一条，被判刑3年以下，没有褫夺公权，并科罚金，可能也被判缓刑。结果他那一次的选举已经被判有罪，但是他当选了，还可以继续当担任那个职位。他已经被判有罪了，定验了，只因为他没有褫夺公权。即使有褫夺公权，都还不一定可以把他的职位剥夺，所以他等于贿选了哈，之后哈，他当选了，继续担任那个委员，而且下一次还可以继续选委员。那这个罚则到底在做什么，在干什么？公职人员选罢法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终身不能选的啊。像这个才真正需要马上要改革的。谢谢。谢谢。好，谢谢，请回。好，谢谢立委。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谢谢主席哦，麻烦有请处长。请处长，张处长。主委你辛苦了，你休息一下。委员好。处长你好，那个我必须要承认哦，我不是在研究农田水利会的专家，那只不过说我今天之所以会跑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来特别关心这个议题啊，是我看到了你们这个修法的缘由的背景啊，我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惊讶，而非常的惊讶是就如同你们啊在修法理由当中所提出来的，就这么多人去办土地的分割，结果分割出来了以后，有的面积的大小只有一个5块钱的硬币，有的只有一张 A4 的纸，然后去把选举有具有选举权的人数冲得这么高。我想请教一下处长，就是农田水利会啊，到底有什么样子庞大的利益、啊、会让这么多人把整件事情搞得这么复杂？谢谢委员哈。我想那个农田水利会的法令依据就是组织通则。那农田水利会跟农会不一样，是它是属地主义。那这个属地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的土地有那个、这个我都了解了，这个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我看得懂啊。现在我问你的是，农田水利会到底是有什么庞大的利益会把整件事情搞得这么复杂？那我刚才讲就是说，因为他是属地主义，所以他的会员是强制入会的，就是用法律让他强制入会。那强制入会的结果，那个会员数就会非常的多。那在面临选举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像七星柳公，他就会有这个所谓土地共有的情形。那把土地共有，他自己拥有的那个面积就越来越小。小到非常不合理，那他又有投票权，
所以我觉得不是啊，你现在讲的是，你如果因为是继承的原因造成共有人越来越多，我可以了解嘛。但是我现在看到从土地登记成本我调出来的很多原因都不是继承啊，不是继承，全部都是买卖啊。对，那里面一定有庞大的利益，才会有人会把这件整件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嘛。刚我问你那个庞大的利益是什么，你一直在跟我讲法律条文，就是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关系，时间有限哦，我就继续往下做哦。你们针对啊，目前农田水利会他在里面任用职员的时候，有没有定有利益回避的规范？会长、会务委员都定有这个利益回避的规范。真的吗？对。来，我们来看一看哦。你们现在目前针对农田水利会人事管理规则，人事管理规则里面有规定34条，农田水利会会长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亲等内的血亲姻亲，这个是你讲的利益回避的规范吗？这是其中之一啊。好，那会务委员呢？会务委员那个在通则的第那个38条有讲说，会长、会务委员及各级员工不得有下列行为，包括直间接承包工程，还有利用。没有啊，啊，我现在在讲的是任用职员。对啊，各级职员啊。对，包括会务委员，包括会长啊。我现在在讲的啦，是农田水利会的会务委员，可不可以任用自己的亲人？因为任用的权限是在会长的手上啊。对啊，但是会长是谁在监督？会长是由主管机关还有会务委员一起监督啊。你里面在会务委员哦里面。有非常大的权限啊，包括去审他的预算等等，全部都在这里面。结果你们所颁布的规则啊，不管是我刚刚所讲的去任用职员，还是公有管理条例，你们为什么利益回避的规定只限于会长，不包括会务委员？会务委，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人，水利会的人士是要经过考试。全部吗？对啊，全部要经过考试啊。公有也要考试？公有技工当然是不用啊。那自己农田水利会里面的会务委员，请自己的亲友透过不需要考试的程序去担任这些职员，您觉得适合吗？我想这个公有技工的部分是由会长的职权来。没有，我现在只单纯哦，因为这些我刚刚所讲的，不管是职员还是公有的管理要点，全部都是由主管机关，你们按照农田水利相关的规定授权你们去定的嘛？那你们定出来了以后，只有就利益回避的规定，只有规定会长，没有包括会务委员，这个是你们现在所采取的规范立场吗？我想这个今天只是热身哦，我今天还没有点名哦，是今天只是热身哦，但是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就是就利益回避的规范只限制一个会长，然后其他对于会长还有整个会务具有重大决策影响权限的会务委员通通都放掉，是有特别的考虑吗？没有没有，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再回去研究一下？好，好，要不然整个农田水利会里面任用私人的情况腐烂。第二个是我要有一个事情我非常的困，不好意思请教主席，我时间到还是还有2分钟？就是尽量简短，没有继续了，尽量简短。没有，我跟那个处长报告一个事情哦，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困扰，让我的选民也很困扰。就汐止有一个金龙湖，然后那个金龙湖在旁边的居民大家都在抱怨说都不清理，然后我去查了半天说这金龙湖是谁管的，怎么会不清理？结果是农田水利会，是七星管的。结果七星的人呢，从来不去管金龙湖的清洁，造成那边居民很大的困扰。然后也没有人拿他们有任何的皮条。他旁边整理的工作就推给新北市政府的区公所，区公所也只能派一些公有清洁人员在旁边捡垃圾。但是整个这么漂亮的金龙湖、放在那边废弃，完全没有人去管。我现在头很痛啊，我可能要拜托处长跟我一起想想办法，这个金龙湖废弃在那个地方造成了当地居民这么大的困扰，
结果处长，你知道我这个礼拜天要做什么吗？我这礼拜天要召集我所有可以找得到的志工，我自己要去金龙湖划船捡垃圾。这个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想到做的方法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让这些主管金龙湖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啊，如果处长礼拜天下午有空，我也欢迎你到金龙湖来跟我一起划船到金龙湖上面去捡垃圾。谢谢。那处长你要不要去啊？因为4月10号刚好水利会员工要联合考试，我要去巡考场，不好意思。水利会员工考试早去金龙湖捡垃圾，当作考试的成绩啊。好，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我这跟这个委员会这个再一次说明啊，我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宣告，我们今天中午要把这个，如果没有把这个条文处理完，我们不休息了哈。我们原则上要把条文处理完。来，谢谢。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主委，来，请主委，还有我们法务部的代表，法务部代表，好，林委员好，哎，主委好，主委，李参事，好，法务部是参事哈，好，请主委，大家都关心水利会你要修条文的事情啊，才发现，哦，原来水利会啊，可能是台湾的一些团体在选举啊。哇，这个花招算最多的，可能竞争也非常激烈了。其实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呢，我问得更清楚一点好不好？像一些都会区的水利会，我看这个资产不得了了。像刘公俊和七星水利会啊，那个资产大概有多少？你知不知道？听说都是几百亿的。大概几百亿有了。几百亿哈，几百亿有吧？难怪了。一个水利会的资产就几百亿啊，所以他选举啊，什么花招都弄得出来。我看农委会自己提供的资料里面就讲到了，所谓像 A 市那么大小，不断分割啊的面积的那个土地嘛，哈，这样只是为了冲高会员人数嘛，所以大家就一起来挂名。农委会的资料里面最少的还有0.0021哦，难怪说比0.0021平方公尺啊，比 A 市还小。像刘公农田水利会，我看农委会的资料里面，他在民国93年，他有1块88坪的土地，原本20个人所有啊，膨胀到400个人所有，所以这个现象啊，很早就有了吧？你看，如果以你提供的资料，93年刘公水利会第一届会长选举，那12年前了，那这十几年来。农委会都没有想到要去杜绝这个现这个状况吗？规章规章，你该想得要修法。跟我们报告，我们94年就提修法，94年提了，97年提了，那为什么修不过？提了都没有过啊。立委不支持吗？都立委都没过啊。因为啊，这个水利会啊，它也有很强的游说能力啊，它资产多嘛，它有力量，它资源也很多嘛。像七星水利会也是啊，你给我们的资料，它。曾经也暴增到将近200个人，每一个人只有0.09平方公尺，结果你都没有办法处理了。那这次来修法应该会过了吧？这次我们就单纯化，就只修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看立委都支持你了。但是我对水利会说，他在都会地区啊很有资产啊，不动产啊，但是他在农业地区呢，我觉得水利会这个组织哦，真的是。可能是台湾、啊、最特殊的、啊。你像台南的那个乌山头水库啦、啊，白河水库，那算谁的、啊？那边应该是嘉南农田水利会。水利会的哈，所以如果老天下雨啊，那乌山头水库里面的水啊，是算水利会的呢，不是国家的哦，是水利会的哦。还有水钱啊，水钱啊哈。对。然后他再卖给自来水公司嘛。对。如果我们要来。自来水公司要跟农田水利会来买水嘛，对不对？比例很小了，嘿。那还是有买嘛？对了，有买，对不对？对。那雨水下来，那变成水利会的，不属于我们的哦，不属于国家的哦。所以你自来水公司啊，
要从水库里面啊取水啊，要付钱给农田水利会呢，是不是这样子？每年大概几亿啦？几亿是怎样？几亿不是钱哦、喔？哎、欸，几亿很多嘞。对。所以我觉得水利会哈、喔，恐怕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讨论呢。像你这次你这样一修法，农委会的资料显示啊，会影响到的会员，农田水利会目前的会员会影响到10%，10%嘛？对，15万，大概156000多人，也就是会影响到156000多张选票了。水利会现在是直选了嘛？如果你把它设定必须拥有最小面积在0.001公顷，那有106000个人会受到影响，恐怕。他如果没有合并，他就没有办法投票了，是不是这样子？对，好，那对你想要急着处理的，像刘公七星，会影响到多少选票、啊？他影响到8000多人，8000多人啊、哦，对，占几%的选票？刘公是占61%，七星41.3%。你看，影响60%的选票和40%的选票。哦、所以对这个选举结果就会有重大影响了，是不是这样的？对，但是这个因为上一次选举完就有讨论过，102人就送立法院，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共识。好了，我想你这次修法应该啊，只是补洞啦，但不会根本解决水利会的问题啦，治标不治本啦。但是我觉得哦，水利会是台湾的非常特殊的一个问题啦。那水利会他现在他有一个会长嘛，啊，那会长他还有一个会务委员嘛，那请问啊，会务委员能不能去监督会长啊？会务委员可以监督会长，一结算他要审议啊。好、哦，他可以审议嘛，哈、哦。对。那会务委员有没有一个主席啊？没有。没有，那怎么监督？开会的时候临时产生嘛，哈、哦。对。哦，那照理讲，他那个两个单位好像一个是行政权会长嘛，那会委员就好像议会，好像立法院啊，可以来监督嘛，是不是这样子？哦，一个是行政执行，那一个是监督嘛，那这个部分是应该让他功能更齐全一点、啊、就好像我们议会开会一样嘛，啊、哦，就好像国会来监督中央政府嘛，议会要来监督地方啊那个地方政府嘛。那另外啊，水利会是公法人。那我请问你啊，水利会如果跟民众有纠纷的话，它属于公法事件还是司法事件？可能看性质吧，它的纠纷的性质是什么？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矛盾、啊、大法官曾经解释过了，大法官第518号的解释啊，他是以私权呢，我就法务会代表是不是这样？是。大法官的解释，他说如果民众哈、啊，像跟水利会有产生。纠纷的话，它是属于私权的行为哦、喔。是吗？是这样子的行为，对。好，但是哈、喔，诸位，农田水利会是公法人，他某种程度哈、喔，他有在行使公权力嘛。你像那水是他的啊，注意控制啊，对不对？那如果他有产生跟民众权利上的纠纷，他反而目前大法官解释是私权，那我觉得哈、喔，这个在法律上有问题啊。因为民众啊，如果保护自己的权利，他必须要用行政救济嘛。那行政救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用国家诉讼赔偿，因为他是属于私权嘛。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法律哦，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问题啊，我们主席已经站起来了。所以如果按照目前大法官518号的解释啊，那我们会陷入公法事件，那只能用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解决，是不是这样子？跟你们报告。通则28条，哈，水利会有征收建造物使用费啦，雨水使用费，我觉得要重盘检讨行政民众哦，行政救济的相关法规啦，要不然你这里就产生一个矛盾了。对，这征收的部分应该是公法行为啊。好啊，可是我大法官的解释是私权行为，应该不是解释所有的。其他的工作室。好，谢谢主席哈，好，谢谢主委，这个部分要再检讨一下，好不好？李委员刚才质询的，包括那个乌山头水库这个管理的。管理的这个单位是嘉南农田水利会，开放参观收费也是嘉南农田水利会，对不对？收水租也是嘉南农田水利会，但是出钱维护的也是嘉南水利会，也是。那我们水利署编的那个经费呢？你们水利署有没有编经费？水利署的代表，
你们那个整治计划花大钱的都是我们政府嘛，对不对？啊，水利署的代表呢？是不是？我问是哪一方面的整治计划？你们那个嘉南，乌山头。真南屋。对啊，南化、真文跟乌山头。对，真南屋整治计划，对不对？好，那是我们。经济部哈、啊、是由我们来花多少250亿主导，但是呢是跨部会的，里面有包括农委会，还有公路总局，还有地方政府啊，还有环保署一起来办。水利会有没有出钱？水利会也有出钱，他们自己有在集水区保育的部分有办，但是我们里边也有编列预算给他们执行，总共是401亿。好，谢谢。最阴的呢，是在水公司跟他取水，要给他付给他钱，那结果呢，政府就帮他清淤。这个是一个问题了，这个是一个这个要这个地位的处理啊，这个我们找时间来处理。好，接下来请请问，接下来请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吴思耀委员，吴思耀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尤美女委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陈主委，还有法务部的李参事，请李参事。委员好。陈主委好哈。这个陈主委哈，我想要请教一下哈，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修改这个所谓的农田水利会的这个组织通则，那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土地呢，把它用各种手段去把它变成所谓的共有，所以呢就产生所谓的婴儿会员，还有这个所谓的 A4 的会员，一块小小的土地上啊 ，A4 的土地上里面挤了几百个人哈、啊，那当然这里就是说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脱法的行为？最主要的就是在选举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说一个公法人，通常我们其他的公法人其实不会有什么大的利益所在，所以大家不会去用各种的手段要去争取所谓的当会长或是当这所谓的会务委员，那一定是利之所在的时候才会有各种的并扛，然后呢去把它变成就是我的，对不对？我的所有的条卡全部都来，然后呢就变成我能够当选。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所谓的利之所在，这个利到底在哪里？水利会为什么能够累积到那么多的钱？而且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刚刚也提到嘛，这个水下来，天然资源水下来之后，我们自来水公司必须要去跟他买水，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政府每一年还要编预算去帮他做这所谓的这个整治。我不晓得，就是说这所谓的水利会，它的公法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说一下？是他跟其他的公法人的不同在哪里？我想水利会的公法人性质跟其他公法人可能差得很，他没有那么多的公权力啦，他大概就是过去那个雨水使用物啦，建造物使用物啦，或者拆那个要做水利设施的时候，可以报请县市政府去拆那些障碍物啦，这一些当年把它当作公权力的行使，他只有这样，他可不可以去征收土地？我今天我的水路，所以我可以去征收土地，可不可以？他土地的部分，他是先协调，那他协调以后，如果最后是报给地方政府去征收了，去征收。对，他要新建或改善水利设施的时候，他是先向土地所有权人协议承租或承购，承租不成的时候，都报主管机关依法征收。如为公有土地，是得依法得申请承租或承购。
它原来有这样的条文啊。OK， 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些的水路都还有在跟政府承租吗？还是说现在根本就是零租金？现在它使用公有土地也有，使用民间的土地也有。对，那有付出租金吗？还是都没有？那它规定是照旧使用，在十一条第二项是说，原来提供为水利使用之土地应照旧使用。那所谓照旧使用是什么？就是零，就说不用负担任何的费用的使用，就是免，就是无偿使用的意思，这样。它这个部分原来是做水利使用嘛？那照旧使用的时候是土地税捐全部豁免呐、啊，那就没有规定到租金的问题，它是。所以就是说，我就征收过来，我也不用缴给征收费。他没有征收了，他没有征收，他就直接使用，就是说是民间的土地，不管民间的或是政府的，我当然可以使用。然后我使用，我不用缴任何的租金，就是无偿使用嘛。啊？当时就已经做水利设施使用了，因为早期可能他的祖先有同意嘛，啊就做了，啊做了以后现在就是照旧使用，就照旧使用。所以现在就是说，好，今天所有的好处都在水利会，但是呢，所有的负担他们都不用负担，是不是这样？他如果要新设的话，就要去协议嘛，那最后要架构嘛。对，那即使说实在的，我们整个所有的灌溉农田的这些的水路，其实在以前就已经弄得非常的完整嘛，所以他需要再去重新再去建构的，我想很不多吧。对不对？那今天他们能够累积到好几百亿的这些的资产，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水利会它是从明清的时候，从民间的，原来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郡沟，然后后来慢慢演变，就变成公办。那公办以后到民国的时候，后来又把它改成龙田水利会，那改成公法人。那这中间也历次也做不同的不一样。像64年到71年，那就会长用林派的嘛，会员应该也是。然后71年到83年就用会员代表选举，然后83年到91年又用林派的，那91年以后就用会员直接选举，所以它有不同的阶段的历史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水利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嘛，对不对？农田水利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那今天要不要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修改法律，只是为了这个将近就是流工啊、这两个水利会，流工跟这个所谓的三星啊、七星，那他们因为就是即将要面临选举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等于是说有点头痛医头了哈，等于是先把这个最头大的问题先把它解决，所以就是先把这所谓的婴儿会员还有这所谓的这个 A4 会员先把它解决，那其他的问题其实都没解决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即使这个农田水利会的这个组织通则送来立法院送了4次嘛，对不对？然后一直都没过嘛，那没过的话当然就是其他的争议的这些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嘛，所以这一次只是说先把这个比较大家有共识的没解决的部分这个还没解决但是有共识的部分先挑出来立嘛，对不对？但是面对这么多的问题，那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去面对这些的问题去解决的一个立法的计划，有没有？还在继续做。跟委员报告，上个会期修5个重点嘛，那其实4个都已经没意见了，那第5个也最后沟通也没意见了，但是后来就党政协商的时候没有签，但是那个没意见的你们这次也没送进来啊。那所以不是，我们就把其他这次就单纯化，只修一个点，就是这次选举。因为已经4次到立法院，如果这连这个选举其他有争议的，我们这次等于都没有提了。那个做后续的整个在研究的时候一起来讨论。那针对这个部分就只提这个修正，这次选举。那你们就是说，好，后续的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立法计划，对不对？那这里就会牵涉到所谓的农田水利会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弄一个公法人，可是它的公法人又跟其他的公法人又不太像。我刚才还在问顾委员顾律师说什么是公法人，真的我们连自己学法律怎么都搞不清楚那公法人。然后呢，这里变成是说，好，你是公法人，但是呢又必须要跟他买水。然后呢，但是今天要修制的时候又必须政府出钱，然后政府每一年又编预算给他们。我不晓得说那这公法人好像跟其他的公法人他好像只想权利不需要尽什么义务一样，然后他不断的累积资产，然后这些资产呢又变成是大家全部呢各方呢怎么样大家觊觎的对象，然后呢用尽各种方式呢来争取这所谓的会长这所谓的会务委员，
可是呢，事实上你说好，今天不管是一个法人，好像很少用所谓的会务委员这样的方式来做监督的，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不晓得说你们这所谓的公法人，然后用会长、会务委员，然后你会长的产生呢，又在你们今天的今天当然这苏正清委员有提案啊，就是说你今天会长里面的规定，你可以有一个所谓的专业的，那专业的人员的这个部分呢，你又把它规定说要到十年，可是你对于这所谓的曾经当过这个农会会长的，是不是需要四年，还是说也不用？那只要当过这个所谓的里面的这些的总干事的话，那他就可以，对不对？四年。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说，这农田水利会一直是固定的人一直在把持嘛，然后这些人一直在近亲繁殖，所以这些是不是应该要全部要全面的去做改革？所以你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第一个，它的定位先定清楚，然后呢，你再去把这里面的该所谓利益回避的、该属于国家的，好，这里面分清楚，可不可以？跟委员报告，我们这次就是把没有争议的部分提出来修正这个重点而已，其他的就是我们后续还在一直在讨论研究。那跟委员报告，其实农田水利这几年结算哦，政府补助也每年都降低了。我们从101年的51%到102年47%，到103年剩45%，所以政府不管是逐年在降低，那它的自筹款是逐年提高了。所以我们后续的还会。我们农水处还会继续把原来的那一些做讨论，然后另外来提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定位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可以下降，为什么可以下降？如果说这是政府该支出的，你就不应该下降。那如果政府不应该支出的，它就本来就不应该支出。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部分，我想你们还是应该把那个定位先想清楚，它农林水利会到底是什么？好，那你们好这样的一个立法计划，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完整的立法计划？因为8月1日，8月27日选，所以就下个会期应该可以提出来讨论那个选举的事务。那其他的还是要跟其他的农田水利会还是要开说明会了。好，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邀请不管是民间的团体或是专家代表，大家再好好去讨论他的定位。好，谢谢尤委员，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我们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如有提出书面质询的话，就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我们现在要来宣读这个修正的条文，另外还有一个修正动议哦。是苏正清委员等三位，这个提出来，后面还有一个提案吗？后面还有一个临时提案。我们先临时提案等一下处理。我们现在先处理修正动议，跟这个修正条文、修正草案的条文跟修正动议一并宣读。请参看条文介绍表第15条之1，会员符合下列规定者，实具有。选举罢免会长及会务委员之权利：一、会员属自然人者，应年满20岁；二、具有会员资格持续6个月以上；三、享有灌溉或农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积合计达0.01公顷以上。前项第3款土地面积之计算，以投票日前60日当日之地政机关土地登记簿所在各项权利人权利比率为准。未注明土地权利比率者，依权利人数平均计算，主管机关得请地政与户政机关提供农田水利会事业区域内受益土地之地籍资料及相关人员户籍资料，转交各农田水利会用于造列或更正会员名册。农田水利会所取得之资料，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相关资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项，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为之。第14条及第1项会员资格认定，前项会员名册照列更正资料提供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16条，农田水利会设会务委员会，至会务委员15人至33人，其名额由各农田水利会依事业区域内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积大小酌定之。
并由具选举权之会员分区选举产生，均为无给职，但得酌之交通费、邮电费，其标准由主管机关定之。以下第二项及第三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十七条，具选举权之会员年满23岁，其会员资格持续1年以上，得登记为会务委员候选人。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十九条，龙田水利会自会长一人依法令及该会章程重理业务，指挥监督所属员工及事业机构，对外代表该会，前项会长由具选举权之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第十九条之一，具选举权之会员年满30岁，具有会员资格持续1年以上，并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记为会长候选人：一、教育主管机关认可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普通考试及格，并具有政府机关、农田水利会10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农业有关工作经验而成绩优良；二、曾任农田水利会会长、总干事4年以上或一级主管6年以上而成绩优良。以下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宣读完毕。好，好，现在宣读修正动议。请各位翻开第二页对照条文对照表，建议修正第十九条之一，具选举权之会员年满30岁，具有会员资格持续1年以上，并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记为会长候选人：一、教育主管机关认可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普通考试及格，并具有政府机关、农田水利会8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农业有关工作经验而成绩优良。第二款第二项，第二款及第二项与行政院提案同，提案人苏正清、邱志伟、蔡培慧，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来逐条处理啊，请各位先翻开条文对照表第十五条之一，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第十五条之一，如果各位同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主席，对不起，我只是讲说那个公告的部分了哈，因为很多人都在提到，他现在会员名册要重新做嘛，对不对？会员名册如果按照现在十五条之一的规定，要重新去制作这个会员名册，那这个会员名册，也有临时提案说希望能够公告，那他这个公告的规定要不要把它放在这个法条里面做个明定？我只是因为他现在只是说他相关的这些资料的提供啊，什么都是由主管机关定制。那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农委会也好，或者是水利署也好，他们相关去取得的这些会员的这些会员的名册，他有没有一个公告的一个规定？这个主要的说明。跟各位报告哈，我们本来是在第四项的那个办法里面有定那个公告的规定呢、啊。他那个公告，我说明他那个公告并没有阅览的规定，他就是公告贴在公布栏啦、啊。但是那个你那个他那个公告就是我贴在公布栏，然后你看有没有错，大概就叫公告了。你那个公告的内容是名字、地址、所有的资讯、个人的资讯都在里面，还是你公告的内容是什么？公告内容是因为是选那个选举人名册嘛，所以有包括名字啊，所以有刚刚名字、地址、电话，身份证都有，对啊，就地址、电话全部都在上面。电话我不听到。那地址有姓名，那你们公告是什么？身份证是用书面贴在公告栏，还是说上网公告，还是什么？电脑也可以查询。但是我说明现在是电脑查询，就是你个人哦，你会员个人可以上去查询你的自己的资料，看这样正确不正确。你公告不是整个就公开吗？还是没有？你的公告只是说，你说要个人上去查询，你不是已经公告了吗？公告不是就贴出来，就说好，譬如说我们有这个500个人会选举权人，所以我就全部。委员大概关心说，我可不可以看到别人的啦，对不对？但是依照个资法，现在就是说你只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公开，对，你只可以看到你自己的。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全部的，没有人可以看到。那你这样怎么掌握会务的人就看得到了？这就是问题。那这样为什么叫公告？这样有我只能够看到我自己怎么叫做公告？对，因为公告要更正啊，因为我公告这个选举的名册以后要更正啊。你上面的资料，公告就是，譬如说游美女哈，你可能我要寄这个投票通知给你，那因为你的地址可能不对，你可能就收不到投票通知，所以你就上网去看一下你的资料有没有错误。它基本上的功能是这样，它不是让大家都知道说我知道有哪些人有选举有投票权呐、啊。公告是说我今天跟所有的选举权人讲说，我今天已经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呢，请大家上网去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错误，是这种公告，不是说我把所有选举权人的名单把它列出来。有选举权，结果我没有把你公告在上面。Uh-huh.这个 也是要更正，对，类似这个。Okay. 对，那就是我的意思，只在讲一个资讯对等的问题啦。就是说我是一个候选人，我不管是要选会务委员，或者我要选会长。是。那如果说我的对手他是会务人员，他可以看得到，但我是一个要选会长，但我不是会务人员，我就看不到。那这样的一个资讯不对称啊。就会形成一个竞选上面的一个平等权利保障的一个落差嘛。那我刚刚提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说，那你们这个部分怎么去克服？要不要在法律明定，哦，按照各自法的相关规定说，只要法律明文规定，你们对这样的一个公告就比较没有疑虑了。我的意思只是这样。这个，我跟各位报告，如果我觉得。公告让候选人可以看，应该也是合理的啦。如果在最后一项这个第四项哈，第四项的前项会员名册照类，然后更正或者公告资料提供范围及其他应准选事项的办法，那我们在办法的时候再来定候选人可以看到，因为你要选的人他不知道他的选民是谁的话，这个资讯好像也不够透明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把它加进去，没关系的。好不好？我是不是能够请那个法制局协助啊？那国长，你协助一下，把刚才这个顾委员的意见哦，把它放到这个条文的这个修正里面，就是在最后一项或者是在最后一项的前面，把这个放进去，就是他要候选举人的名册，或者有具有选举权的会员的名册，哦，因为他有选举权的会员名册嘛，哦，应该要提供给候选人嘛，基本上是这样嘛，对不对？方向上来讲，方向应该是这样。方向上来讲，就是说按照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是放在说，你们因为现在新增的十五条之一，刚好有一个是可以。转交各农田水利会用于照列或更正会员名册嘛，对不对？那只是在这个会员名册后面，是不是要一个法律明文，就可以为了这一个在这一个选举罢免的范围内予以公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规定？这可能再请法制局规范一下。部长要发言了，部长请说。报告委员，其实依照他们现行的农田水利会会长选举罢免办法，还有农田水利会会务人员选举罢免办法，这是在通则19、17条还有19条之一都有授权的。在这两个授权的法规命令里面，在他的第9条都有要求说要公开陈列5日，然后。第10条也有，所以这个其实是现行。这个重点是这样的，我刚才问过，公开陈列5日，你看嘉南农田水利会有20几万的会员的这个名册，他公开陈列五日哦，你不可以去抄哦，你不可以抄写哦，他只是公开陈列黑果干哦，你看讲我有公开啊，你不可以去抄，不可以去摄影，那这个候选人他怎么拿到名册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着眼点是在于说，你现在要让公平竞争嘛，你不是掌握会务的人，他手上有名册，或者是长久以来可能参与竞争的派系，他不一定是当权的派系，他可能是因为过去曾经掌握过，他有一些名册，
所以他们是有名册的人。但除了这个之外，譬如说要新投入竞争的人，他就没有名册啦。那你这样子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十五条，所以说要希望说是不是在这个十五条之一的条文里面能够把这个规定把它放进去，这样把我们十五条之一先保留哈，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后面的部分。我们十五条之一原则上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个支持这个修正条文哦，但是我们要看这个部分能不能把它处理放进去。好，接下来十六条。十六条，各位有没有意见？十六条，各位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条文通过。第十七条是选举权，有选举权的会员的年龄的修正啊、哦。年龄没有修正，据选举权之会员年满二十三岁，好，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九条，第十九条有一个修正动议哦，十九之一哈。好，第十九条增列第二项，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九条之一有一个修正动议哦。来，这个苏委员，你刚才已经有说明过了，在质询的时候。我要请问这个农委会有没有意见？报告主席哈，这一件这一个案子哈，这十六条之一，刚刚也有委员反对啦，所以我是比较担心说，假如提出来有争议的话，没有过的话，到时争议在哪里了？不，你现在刚刚每一个条文都有委员同意，有委员赞成，那如果你行政部门的态度就是，如果有委员反对的话，这个都不要通过。那我们立法院也不太需要开会了。你要说明一下你的态度。你们觉得，如果照这个修正条文，就是苏委员等三位所提的修正动议啊，要把它改成八年以上，你们有没有意见？这个就是我们农水处邀请十七个农田水利会讨论的时候，有人有意见，那有人也赞成，那他认为说。农水处认为说，今年七星柳工马上要选举，那有争议的是不是分下个阶段再来讨论呢？请问一下哦，七星柳工马上要选举，你们改年龄，你们改会员资格也是在七星柳工选举以前呐、啊？啊，你们这样的逻辑，那我们这个前面的条文都不要过了嘛，都不要改了嘛？我赞成主席的说法啦。这是什么逻辑啊？我赞成主席的说法。来来来，请主席，刚刚那个主委的意思哦，其实比较没道理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法案哦，当初有找各水利会来讨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文字。那你现在要改，怕有人会反对。这个大概是我们立法院立法有史以来哦，最重视那个民间参与的一次嘛。好，那所以我想还是应该是就法论法，按就理论理。那为什么我也觉得八年合理呢？因为其实政府的职务有非常多的职务哈，都是四年一任，然后得连任一次，很多的职务都是这样。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八年刚好就是说我在一个职务上面，我有两任期满的这种经验，那个经验其实是已经蛮资深了，蛮圆满的一种经验了，所以反而是十年这个东西比较。没有一个论述的基础，那八年的话就是多数的职务它可能就是四年一任，然后当两任就是八年，所以我们觉得说八年基本上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改成八年应该比较没有自爱难行之处、啊、好，谢谢管委员。来，请游委员，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哈，就说我们来看看你这个所谓的登记为会长的候选人的这个资格哈，你的第一款指的其实是比较专业的人员，第一个要经过国家考试及格的，然后呢而且又有行政经验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他是有专业的人，他时间要比较长，要十年，然后呢你有实务经验的，就是所谓的农田水利会的会长总干事，那他们一个
承认农田水利会会长总干事四年以上，是会长也要四年，还是会长不用？要啊，要四年。四年，就你当了会长或总干事四年以上，你就可以。那一级主管也是农田水利会的一级主管，是不是？对，也是农田水利会的一级主管，六年以上你就可以当。那现在就说你当会长的时候，等于是你是排斥专业的，专业的你要十年，然后我在这里当过会长的，我只要四年，我一级主管只要六年。那在这里，其实这里会牵涉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好，今天我是会长，我当了四年，我要再连任，是这里也没有，就是我可以连任嘛，对不对？没有说只能够连任一次嘛，连任一次，只能连任一次，连选连任，连选连任一次。好，那所以在这里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要连任的话，所有资料我都看得到，或是我是总干事，我也所有资料都看得到嘛，因为我在处理会务嘛，对不对？我今天我要选会长。那我是现任的总干事，我可以选会长吧？可以，对不对？那我选会长，所以因为我会委是我在处理，我不晓得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利益回避的规范。那如果没有的话，别人看，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别人看不到选举人的名册，但是我是总干事，我看得到。然后我是会长，我也看得到。我是里面的，曾经在里面的当一级主管，我也看得到。那这样的基础公平吗？第一个，专业人员他什么都看不到。当然要十年的经验。第二个，我是会长，我是总干事，我是一级主管，等于是我是内部的人，我所有资料全部都看得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四年，一个六年。这个完全不公平的基础，哎。对啊，这很有道理，哎。你们能说看这样的规定？条件越好的，需要的年资越久，这个苏委员很奇怪。不好意思，苏委员之后我们就处理了。好，谢谢主席哈。主委跟处长哈，刚才游委员还有官员啊，之前我在咨询都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条文，接着如果实际参与，咱以前都做清楚，其实这个是一个近亲繁殖的一个条例啦。就是讲，我建议人要让上面人会当做水利会长，以后要做储备人选，做简单，我得甲邀去来水利会做总干事就好啊，已经。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就拥有资格，但是专业人士你们就是要所谓的行政资历要十年以上，这个是比较不合逻辑的。那么之前在上一届的时候，已经修法同意十年改八年了，那因为有绑着另外其他的一些修正，所以才整个才说重新取消掉。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这个十年改八年其实没有很大的争议性啊。那再怎么一个修改法律，都有人会有持有不同的意见。今天我若是现任的水利会会长，我今天当然，我如果有连选资格，我绝对反对放宽嘛，因为竞争者就会少嘛。但是我们要站在一个持平的一个角度来讲，今天一个专业的立场上面，八年的行政资格经历都已经符合了。那如果真的要讲到那个专业性，就这个有时候就很奇怪，代表会主席当两届就可以，议长可以，那我们立法委员修法的又不同意，又不可以。那所以说，我要讲的是，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行政经历十年是一个没有基础的论点。那用八年两届的行政经验，就是刚才讲的主席也好啦，议长也好，我觉得这样的规范才比较合一个实际情况啦。啊，我们行政单位不要怕说，这个一修下去是不是会绑住啊？到时候七星柳工哦，他们的那个修法不会同意，这你们放心啦，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啦。好。因为看起来农委会本身没有不同的意见啦，只是因为有水利会不赞成啦，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处理。我们第十九条之一哦，就照苏正清委员等三位的修正将五位哈，那到第一项第一款的第四行农田水利。第一款第四行嘛，哈，八年，十年改成八年以上，好。然后照这个修正版本通过哈。好，我们回到，请说。它的两款都有一个成绩优良哈，然后三项，第二项是，第二项有一个说要审查。我只是好奇问一下，这个所谓成绩优良这种东西是谁来审查？我问一下，关委员。最近有一个案例，好，就是地方议会去收到一个公函，问说某某人在这里担任某某职务，请问是否成绩优良？就是地方议会的前议长被询问，说
这个人在你们议会里面担任议长期间是否成绩优良，这个程序怎么来啊？谁发好不好？说明一下，谁发这种文？那个委员，可能你误会哈，因为当时依照这个法令里面规定，就是说必须要有成绩优良证明。但是我们比较困扰是，如果议长他要参选，那谁要来发这个成绩优良？所以我们是发文请各议会来大家探讨说，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那后来大家共同解决的方式就是说，只要那个议长在任的期间，他没有受到惩戒，没有受到其他的处分，就算成绩优良。好，以上报告。这个有问题哦，哈、哦，你们那个是用函式，对不对？你们的那个函式哈、哦，没有经由母法授权你们去制定成绩优良的标准，所以你们自己就胡乱这样子制定。所以那个，请大家讨论那个成绩优良是不是太八股了，然后是太空泛了，有需要存在吗？我们能不能把成绩优良者那个成绩优良都删掉了？对啦，应该是拿掉。我们如果说他有什么消极的资格，我们就列那个消极条款嘛，哈。那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要列的话，我看那个成绩优良恐怕会徒增困扰，因为事实上已经有困扰了嘛。对啊，你就必须要有什么成绩优良，要有所交代嘛，然后就会发生刚刚我讲的那种案例。请问一下，就是说会长资格有没有那个消极资格啊？会长候选人有没有消极资格？消极资格19条之2啦，19条之2，那是有之二有9款哦。这个好像上一次也有修嘛。这是同样90年增列的，我是希望说那个成绩优良不要删啦，因为他本来是政府机关哦，所以公务员都有考绩啦。当年成绩优良就是考绩1等以上啦，那最后就是为了议长跟代表会主席哦，因为议长跟代表会主席的成绩优良问题，你现在删掉的话，将来变成考绩丁等的，甚至丁等的也可以啊。没有没有，那个是人家要不要选，因为既然是选举，就是接受检验。好，现在问题这样来了，我们有太多太多哈、哦、歧视性别的条款。譬如说，你行政机关里面谁会得乙等？因为你有一定比例嘛。有的机关是轮流，有的机关呢就病假太久的就乙等，产假的一定乙等。没有没有，规定产假不可以打乙等啊！哈，大家照打。我跟你讲，照打。不会了。我就在上个月才有一个陈情案，就是照打。所以你们去用那个乙等哦，很多公务员一定含冤莫白。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立法例来讲，那个所谓成绩优良者这种，在法律的文字上面已经是旧时代的产物，多数都已经看不到了。那为什么这个法还在？它就增加了很多行政裁量上面介入的空间。然后我想这个东西恐怕还是审慎的讨论一下，有必要这4个字吗？觉得说丙等丁等不应该的话，那就是把它用在放在消极资格里面啊。我尊重委员的意见了，看。好，谢谢。好，我们回到第15条之1哦。刚才请这个法制局郭组长你的，然后先跟这个我们专委商量之后啊。请各位看一下这个修正条文的第15条之1的最后一项哦，就新增条文的最后一项哦。我念一下哈，第14条及第1项会员资格认定顿号，前项会员名册照列顿号，更正顿号，资料提供顿号，会员。对不起，会长顿号会务委员候选人得申请阅览顿号抄写顿号复印或摄影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法制局意见是说，这个会长跟会务
委员候选人呐、啊，要提供这个名册给会长跟会委员候选人的办法，由主管机关来定。那但是我们参照这个游说法的这个条文哦，就是明定啊，他可以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的这些应该遵循的事项的办法，由主管机关来定。请问这样可不可以？没有，没有删掉。第刚才是您在讲的第19条之一吗？就是把第一款跟第二款成绩优良、有关工作经验而成绩优良，那。各位同仁的意见呢？把成绩用了，就是第一款就是有关经验，不是他前面已经在讲具有下列要件之一者，好就不需要再者农业有关工作经验。据点第二款，好或一级主管6年以上，好然后。而成绩量那个而那成绩量这五个字都删掉。好，各位同仁没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管委意见来，请说。不好意思哈，对，我觉得那个第一款的我没有意见，第二款哈，如果你把成绩优良删掉，那是不是要再加一个啊无贪污或什么的情事者？前面有消极这个有了哈。好，我们19条之一哦，要修正通过，然后第15条之一，这个郭组长，我们刚才念这个意思，您了解吗？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我知道那个是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是行政程序法46条的用语啦，那用提供是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用语，但是在这里都可以啊，所以照刚刚委员所宣读那条文是。好，那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15条之一的新增条文就修正通过，好不好？好、啊，各什么？他的选区啦，是有分选区。他申请他的选区，不能去申请各该选。各该选区。对啊。他们系部再去规范就好。那个系部你们去规范啊，因为你们还要定那个办法、啊。当然，他说无法没有选。不会了，不会了，办法还是主管机关要定了。选区的嘛。主管机关要定了，好不好？我们来定。好。你说什么？这个可能要这个东西要让他们正式签署，这清香港，再让他们签署。你还没有选定。好，我们等一下把那个刚才那个15条之一的修正动议，大家签一下，然后来宣读哈。好，那个我跟大家，补宣告啊，刚才19条之一的修正动议啊，
有苏正清委员、邱志委员、尤美妮委员、顾立雄委员、蔡培慧委员跟管碧玲委员等一二三四六位提案。好，我们现在来宣读十五条之一的修正动议。修正动议第十五条之一，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与行政院提案条文同，第四项修正为第十四条及第一项会员资格认定前项会员名册造列，更正资料提供会长、会务委员候选人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提案人管碧玲、顾立雄，由美女周春敏、张宏禄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十五条之一就修正通过。那么，因为十五条之一有修正了，所以我们这个临时提案我们就不处理了，好不好？好，临时提案就不处理了，因为这个精神已经放在法条里面了。好，那删掉了，对啊，刚才已经宣告了。那我们要不要在那个苏正清委员的修正动议里面的说明栏加列一个第三点，另第十九条之一一项一款二款之那个成绩优良予以删除，这样子。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就把它就是说我们把它写进去这个修正案。好不好？ 好，我们在修正动议里面把它写进去了，好不好？说明加一个三。好，我们去补了之后再送过来，好不好？好，我们这个，我们会在，我们就照管委员的意见，这个修正动议这样处理啊。但是请把文字补了之后，我们好比较好做记录。好，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人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我们等一下一点钟开始这个登记下午的发言，下午会议两点开始。